在网络是用自己的？不是。哦，好，那你在那边好了。不是。你先进，借他口一下。你人在哪里？啊，对啊，就是在这儿。对。是。因为他把 A P 那个 WiFi 的密码拉上去。我第一句。你跟他在一个群组里面聊了这么久，然后对啊，你等了这么久的话，他没有记得，看人家都知道你，记得人家。那是在三高中，在三高中，骑脚踏车还是？现在就这样，谢谢各位，谢谢谢谢。现在可以进来看。没有，完全没有看过。没有看过。好像他们警告的没有，是没有。对啊，为什么抓交代？他是那个李，怎么抓？李，他问他说他是哪一位？他是讲几位？他不是嫌贵的。蚯蚓，对对对对。为什么你们记得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们记得方式都是这样记的，对吧？至少就四季啊，对。难记。安全认证。难。你也是出的。对啊，为什么这么不安全？对啊，我不安全，打造。被挡。他出现了，他把这个哦，这我要争取过五关，这不是我准备重一次，你有王子吗？对啊，我就重一次。有点声音，然后还有环境禁止点，环境禁止点。你存在讯息里面吗？好哦，那怎么样？那继续。好哦。太好了，接下来就交给你了。是吧？真的，真的，真的。哈哈哈哈哈。不练一下。
间都懂。其实我这份简报我连看到都看过的。没关系，你就边看边讲。大家好，欢迎大家来 Google 那个 GDG 高雄。只是面试其实也刚改，所以我也不熟这样子。对，然后我们其实本来的社群叫做 Android 高雄开发者社群，就是专门讲 Android 的。然后 Tony Q 大大来，所以我们就马上定名。对，那。什么是 GDG？GDG 就是一个我们去跟 Google 申请说我们要变成 GDG。那我们台湾目前不是只有台北有吗？然后现在是第二个是我们要高雄这边也要设立 GDG。那变成 Google Developer Group 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一年 Google 会赞助我们一些讲者，就是从国外那边飞过来的 Google 的原厂的开发者来跟我们分享，或者是赞助我们一些讲师费或者是场地费这样。那我们全世界目前有这么多的 GDG， 因为每个国家都有。那 GDG 就是只要有关 Google 的东西，我们都可以讲，所以我们才一直想要从，因为我们在办一堆高雄开发者社群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其实就算你是写 mobile 的时候，你也是要懂一些网页的技术，这样有时候在跟他们讨论的时候才能够去做讨论。那为何 GDG？这简报到底是谁做的、啊？不好意思，这简报其实我自己都没看过这样子。那我们目前举办过的活动都放在 akdg.kkpiece.cc。那之后我们的活动都会用活动通，就是因为我们有谈的那种谈的，所以我们之后都会用活动通。所以下一次的活动是在，这可以点吗？应该可以点吧。就是下次我们的活动是在7月11号，给点一下。我们一样是请台北的那个有一位讲者，他去 Google I/O， 然后我们请他来分享他去 Google I/O 听到的一些东西，然后分享他的心得。所以我们在7月11号的时候也有一场活动，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报名。然后先给我简报。然后我们活动时间基本上以前是每个月的第三周的礼拜四，但是因为我们高雄社区越来越多了，然后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看讲者的时间，然后就随便排，就是尽可能不要去跟其他的社群冲到，因为以前高雄没什么社群，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固定在这个日子，可是现在高雄的社群越来越多了，所以想说就尽量避开。然后我们费用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人是150，然后我们的钱基本上就是请讲者下来，然后我们去支付他车马费，然后或者是这边的场地，然后我们就付一些场地费，然后后面的饼干跟饮料大家都可以吃，可以先拿来就可以吃可以喝，那我们的钱基本上都是花在这边。那我们还会希望说，我们每一年的10月都有 MOCA， 就是专门在讲 mobile 的一个 conference， 然后我们坚持在浊水溪以南这样。对，然后所以大我们的钱有一部分可能还会拿去赞助摩卡，就是让他们去办一些比较大的活动用。然后我们是每半年会公布一次账目，所以我们7月的时候我们会公布那个账目。然后我
成真讲者，如果你愿意跳坑，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我在 Facebook 社群里面常常会发文啊，以前都会常常回我这样子，然后现在都没人回了，因为他们回了就当讲者这样子，对，就是下面就有很多个受害者，对，那我们现在就是，好，大概就这样，基本上我们就是成真讲者啦，然后我们的场地基本上是由高软台湾设计会赞助场地，所以我们的场地就是基本上都是由他们目前没有跟我们收任何费用，所以我们就是可以谢谢他们给我们场地这样子。那接下来我们就这份简报，不好意思，这份简报我真的没看过这样子，所以现在我们就直接请 Tony Q 讲。因为今天直播的网址是给那个在我墙上。哦，好啊，你来找一下。好 ，OK。好，那我先接手一下。Sorry。先让我秀一下我的画面，那这里应该是 OK 的。那首先在正式开始之前啊，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因为也好久好一阵子没下来，上次下来也是一二月的事情，而且那一次也是私人聚会，所以也不是公开的摄影聚会。应该是 Chrome 的那个仪器。好的。先刚刚认真的看一下，今天有认真看一下系统，今天有三个小时，那三个小时对一个讲者来讲实在是有点太长。所以我们会把它切成三段。那我们今天一开始我会先稍微讲一下今天我的正题，大概讲大概一个小时，然后后面大家就互相交流一下，然后最后我们再我来扣到一些延伸的议题，这样大概安排是这样。那如果大家有想要在第三最后那一段，想要上来 echo 一些东西的话，也欢迎在这个时候，就是等一下休息的时候跟我们讲。对，原则上我就是今天的主持人，看起来这样应该对大家都好。那我先稍微自我介绍一下，我想我在，我是嘉义人，然后我大概两年前，2012年的时候在台北弄了一个 community， 就 JavaScript.tw， 然后我们那个社团一开始在台北聚会，然后后来延伸到台中，因为那时候很多人跟我抱怨说，哎，桃园人，我竟然记得第一个跟我抱怨是桃园人，桃园人跟我抱怨说。你还怎么都只有在所有活动都只有在台北，那我想一想也对，嘉义人，而且其实说实在话，那时候我住桃园，因为我是桃园通勤台北上班，所以我就觉得说，有道理，那桃园我们来凑一凑人数吧，只要开满20个人我就去。结果那时候第一个凑满的竟然是台中，还不是桃园，所以我就去台中，然后去完台中之后，就后来又觉得说，好啦，都跑到台中了，那就。高雄当那时候 KSD 区那时候刚好有一些想法，然后找高雄人，然后就帮我找场地，然后就来讲，在台中讲8场，在高雄讲了3场到4场，后来还要陆续每一年大概一年度会来一趟，今年希望也不是这一年度最后一次啊。对，那我自己在 Web 这一圈刚好是从我大二，就是2005年一路。开始接案，然后工作到今年2015年。虽然我去年不务正业跑去弄选举，但是那个是题外话。那我去年还在写程式啊。对，那今天要讲这个题目Dynamic Web，其实是想要解决一个问题。其实想解决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大家会觉得很困扰。在座有多少没有写过 Web 的？应该没有吧？在座有多少是以 Web 为工作的？就是工作上就是写，就是会写到网页的。有多少人是这样？大概让我知道一下。好，那相信大家好。我知道今天是很容易，那个本来是很容易可以遇到，对不对？那因为我很容易那一块能讲的，之前南摩康都讲过，就是 API 的那个 API 的 design 跟多位那个之前讲过。然后我很容易又只写过一个 app， 所以不是很深，也不是很想讲，所以就跟他讲，我来讲 web。而且我觉得 web 对每个行业的每个类型的。我跟人家影响都很大，我们等一下再来讲这个。好，
那今天我这个题目想解决问题是，大家这两年一定都碰到一个困扰，什么 Angular.js 啊，什么 React 啊，然后 jQuery 啊，然后 jQuery 可能大家已经不觉得它是困扰了。那像 Angular.js 啊 ，React 啊，还有一堆有偶尔会看到但也不太熟，什么 Ember 啦、啊、Nagao 啦、啊，然后 Meter 啊，这些看起来好像有些人在用，但比平常好像生活中也很少看到，然后好像也不常看到有人在用。然后还有像是 ESP.js 啊，还有一些 Framework。首先，大家一定都很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多东西，怎么感觉好像每一个一决定就要定生死？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选了一个好像就会陷进去拔很久拔不出来的感觉？然后就会每次都在那边很认真，有点像我们现在挑你要学 Java 还是学 PHP 一样，现在挑你要学 Angular 还是要学 React。然后好像你选了一个之后，你就会拔很久拔不出来的。但其实我想试着从历史来看这些 framework 的演变啊，就是从我开始进来玩，在我第一个城市其实是98年，但是那个时候有点太，那个时候有点太小，那时候我才小六，所以算不算很新的，所以不重要。重要点是在我们从 SD 以后，这个十年来的演进。这十年来，其实我早上整理了蛮多资料，那发现其实刚好我们从这最近十年，刚好是网页。有剧烈变革的十年，我发现非常多，你们可能现在连听都没听过 framework 出来，然后又消失，然后有非常多的事情在改变。那我今天算是 web 的历史课啦，从我的角度来讲，对，那我继续往后讲。我们想要知道 dynamic web 的进展哦，其实从我现在看到一些人的说法跟一些资料，我觉得大家想象中的进展可能是这样子。可能是 native 写纯 JavaScript， 然后写一写之后你就用 jQuery， 用 jQuery 完之后你就用一些 framework， 好像是有这个感觉，就是你写一写之后你就会用一些 framework， 然后好像这样是你所谓的进程，就是我要先写 native， 然后再写 jQuery， 再写 Angular.js， 然后可能很多人直接跳过 native 那一段直接写 jQuery， 包括很多人跟你抱怨说，怎么没有？你怎么用 jQuery？ 真是个 native 真的很弱什么的，然后你又没有 jQuery 就不能活什么的。对 啊那些其实我觉得都蛮有趣，意见都蛮有趣的。但是我想讲的事情是，这三种我认为是平行线，它不是一个你学 native 之后就要跟着学 jQuery， 或者是你学 jQuery 之后就跟着学 framework， 它三个是不平行线，它是要相遇于你真正要解决问题去使用的。OK， 到这里，这是我今天要讲的核心脉络，就其实就这几句话。那接下来我要继续说的是这些东西为什么会发生跟为什么来。那我们稍微看一下最简易的时间轴，我在整理了一些大概2002到2014年、2015年间的一些比较大的一些 JavaScript 的一些时间的一份。今天真的是历史，但是我会尽量把它讲得有趣一点。我后来查了，我才吓，这个是唯一一个吓到我，就 SP 软件竟然是2002年的产品，感觉好像活几十年。对，那 SP 档内为什么会把它列在 JavaScript 相关，你知道吗？ JavaScript 在写 JavaScript 的过程里面啊，过去十年间有一个东西是一直大家都很头痛，而且大家都没有解决，那就是你资料到底要来自于 server 还是要来自于 client， 你资料的来源是哪一个，是你的 JavaScript 资料要怎么来，这件事情是一直都在争论。包括我们现在以现在最比较前卫的做法是 API 跟 server 分离，就前后端分离的机制，就是你纯粹的一个 Bank API 去把资料拉回来，这是比较前卫的做法。可是十年前最前卫的做法也不是这样子。这个，然后以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 server side language 伺服器，比方 PHP 啊、SP 啊、Java、JSP 这些语言。它跟 JavaScript 之间的耦合关系，它们两个是什么关系？它的 template 是什么 template？ 以前你用，比方说你用 PHP， 甚至是你比较激进一点的，你用 Rails 或你用 DWR， 那个等一下讲嘛，就是你用一些比较特别的 solution 的时候，你 server side language 甚至跟 JavaScript 是一起的，或 GWT 嘛，就是写 Java 转换成 JavaScript。以前是有这些很有趣的状况，那。后来，现在慢慢的都朝向是 client 跟 server 是分离的，相对啊，如果你要问我嘛，相对是朝向分离。
那为什么分离又当初为什么是融在一起，这些都有很有趣的历史。那我们先从2002年开始说 ，SP 党内，我要讲的其实是跟他其他东西没有关系，因为我们都知道 SP 党内它很广啊。那我要讲的是有一个东西叫 Webcom， 在座我都有听过 Webcom，SP 党内 Webcom， good， 那有多少人听过党内的 VC？ 好，看起来多一点好。那这一场没有多少人是我的排行。那讲一下微风在这个议题上 的一个概念，为什么我把它拉进来讲？我对它最后带的东西完全没有兴趣。那我把它拉进来讲是微风里面很重要的概念，在2002年就已经出现，就是 view state。view state 这个概念 ，view 是就是 view state 啊，就是 view 的状态。这个东西很有趣，为什么？因为 view state 里面会存放你所有网页上的一些目前你要给它一些 properties， 然后当你比方说你用它的 webform 去按一个按钮之后，它会回收再去做一些程式嘛，那时候它会把那个 view state 重新 post 回收再跟它讲说，哎，我上一步是这样，所以你下一步要跟着做，懂我意思吗？它那个 view state 会把它现在的状态全部储存成一个字串，然后当我做事情的时候，它把这个字串送回收跟它讲，我上一步在这里，哎，我现在做这件事。你要负责帮我做好下一件事情，再把那个 view state 新的 state 放回存在，放回刊载。这是 view state。view state 是一个很早期而且很典型，而且说实在话还蛮在那个时代还蛮优雅的解法。就是它要解决的就是我一个收在一个 action， 我一个互动里面它资料没有办法传递的问题。欸、这么有趣的投入群是2002年，对，应该蛮有趣的。想想看，我们在之后，包含现在，你会写 form 上面的时候，你要自己写半天写对 form。可是在那个时候是，你只要拉 data 档，所有拉一拉，它就整块送回去，然后拉回来。这件事我觉得一直都觉得它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基本上算是那个时代中比较超前的，我觉得算是那个时代中看起来比较超前的技术，那蛮有趣的。那在2004年有一个很大的变动，就2002到2004之间，我查一些我刚进来的时候认识到的 framework， 全部都是2005年到2006年出来的。2004年是那个 Firefox 的第一版 beta release， 就是最早的那个，就是它独立出来的 Firefox 的第一版。然后2005年就突然如雨后春笋般的冒出了一堆回顾，包含 Phototab， 然后 Squill， 那个 WebKit 是那个时候是 Apple 在那一年把 Safari 的核心 open 出来，所以这里算的是它 open 的时间，它真正的开发时间差不多在2004年，所以是2004年那个时候刚好是 Apple 也在开发 Firefox Release， 然后浏览器的战争刚开始的时候。然后2005年还有两个很有趣的东西，第一个是 DWR 有点像是那个 DWR 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它是一个 Java solution。那它目标是什么？它的目标很简单，就是我有一个 Java， 我 Java 的东西，我 Java 第一 Servlet， 我一个 Servlet 语言，我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让资料库可以处理一些资料。那我们都知道在JavaScript 的世界里面捞资料，是那个年代甚至连 HS 都不普遍。那个时候 HS 是没有人在讲的，顶多就 iframe 跟 frame 的时候 ，HS 真正开始红起来是2008年。那个时候就有人做这件事情是，他把 Java 里面可以 call database 的那一段的语法写出来，然后把你建成 JavaScript， 然后比方说你有一个 object 叫 A 好了，比方说 A 点 get users 可以拿到资料库的 users table 资料，然后传回来的话，它建出来 JavaScript 就会有一个 A， 然后那个 A 点 get user 也会拿回相关的资料。它中间藏了一段跟 server side 沟通的部分，但是简单讲，就帮你做 client， 就是 server side 的资料存取，把它放 client。可是那个时候算是很新颖的概念，可是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我们之所以一直到现在都不太能够做的理由，是因为 security。就是你是不是带有东西，然后刚才也要能够拿那个资料，就一定有安全性的问题。所以他们在里面做非常多复杂的设定，要试着解决安全性的问题。那事实上，
也没有解决的，就是那一块，我觉得是当时的观念还没到，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有蛮多 trouble 的。但是那是一个有趣的尝试，所以我试着通过社会赛的存取逻辑，把它转换成 JavaScript， 从开赛去存取。这里面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这一票人的解决方案的想法是我要去社会赛解决 JavaScript 的问题，我要在伺服器端解决 JavaScript 的资料问题。简单讲，我在社会赛写好我的 code， 再把它翻译成 JavaScript 解决问题。在 JavaScript 的历史里面，一直都有这两派的争论：我要在社会赛解决问题，还是要在开赛解决问题？你要先理解这件事情，才有办法面对后来的这些观点和争议。因为这些争议其实是这两派 solution 两派的做法都各有不同的选择，这是一个千古难题。然后 Dojo 是比较有趣的 ，Dojo 是它当时出现 Dojo 跟 Fortran 这两个东西，还有那个 Script 那个零整长那个，这三个东西在当时要解决的是另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的浏览器太多了。然后大家资源程度不一样，然后当时的语法，我们讲难听点，连最基本的办一个 event， 很像都是会 on 嘛。当时的语法是在 IE 是顶 on click 等于什么，就是办一个 event 上去。然后 Firefox 是你要 add event listener。然后好玩的事情是，我们都知道 event 会有一个 E 嘛，会有一个 event 的那个 public。在 Firefox 当时是你要在那个办上去的时候，你还要去拉。那个叫什么 Windows 连 event 去把它拿过来用，就是它当时是那个光连那个一跟它怎么卖相是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写起来是非常痛苦，所以当时有非常多的趣，我是试着要帮你解决 Slay 啊，就是那个一些基本特效，然后一些基本的一些 UI 的操作。这个时候 JavaScript 都还在非常非常非常基础，大概就是现在 jQuery 类了，甚至还更浅一点，大家现在 jQuery 类了的层次。那大家也可以理解的事情是在那个时代的网站均系统，当然不会像现在那么复杂，不会现在到动不动就谈一个大佬，不会动不动就做一些什么。那时候最主要的目的跟用法，都是在填表单跟浏览基本的，有点像我们现在看那个 PC Home 什么那种购物网站，他们看起来都还蛮像十年前网站的。对，那基本上那个时候的需求是这样，所以早期的 JavaScript 的一些怎么讲？加工对 HTML 加工，然后一些基本的操作都是来自于展示型网站的需求。那个时候对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那种那么动态的 application level 的事情是完全是两件事情，所以当时才有这些 framework 的兴起。然后这些 framework 算是第一阶段的需求。那接下来就到2006年基本上蛮热闹的，当时有 YUI。YUI 大家都知道嘛，是那个大师级的作品，对，然后是一个结构上非常优雅，而且启发了非常多的花卷，但是最后自己没有红的一个花卷。好，你知道我后来我真正查一下资料，发现 ESDJS 早期是 YUI 的一个 head up， 它后来是独立一支，那 ESDJS 后来是独立成一家公司，对啊，独立成生出来这家公司是蛮厉害的。然后在2006年那个时候，几个 solution， 这几个 solution 很有趣的是都 focus 在 server side， 全部都是 server， 几乎全部都是 server side。那哎，一半一半，不能都全部好。那基本上我们先谈 server side 的 solution， 第一个是 RJS 是 RealSpace， RealSpace 它当时是想解决用 server side 去用 JavaScript 抢 server side。作为 server side 的 template， 然后在 server side 去做一些处理。那后来另一个 solution 是 GWT，Google 那时候想要试着用 Java 来统一 web， 所以他觉得你用 Java 写 code， 然后再把它建成 JavaScript， 这样会比较好。为什么当然后第一天是你写 HTML 跟 Java code， 他会帮你在 server 在 client 再去做一些事情？对，这些刚好都2006年出来的。那为什么那个时候大家focus在 server side？ 有一个很有趣的理由是，当年大家都不喜欢 JavaScript， 就是那个时候大家都不喜欢 JavaScript， 而且那个时候 client solution 画面上没有列出来，但那个时候 client solution 很重要的一个 solution 是 Flash， 当时还是属于 Flash 很多，不像现在几乎绝迹的情况，那时候多数设计师其实在写的是 Flash。
那大家觉得，特别是 GRT， 它当时是一个指标性的，让很多人寄予厚望的点是在于 JavaScript 可能会被 Java 取代，或被其他强行别，就是 Strong Type 的 language 取代的一个指标。当时其实很多人都在告诉 JavaScript 说它早就该消失，然后该被其他语言取代。对哦，印象中非常深刻。然后，但是在同年 ，JQuery 的第一版出来，可是 JQuery 一开始其实没有很红，它在大概 1.2， 它是07到08年那时候在广为普及，但它第一版在那个时候出来。那 Motuos 基本上跟 JQuery 做的事情其实是同，他们还是同一个 label， 就是 selector 啊，然后 event handle 啊，然后基本的一些 util， 像是 fade in fade out 那些基本 UI util， 当时在2006年差不多就进展到这个程度。然后那个时候就是 HS 差不多开始慢慢的有起来 ，HS 开始有人在玩的时候，然后 JQuery 在简化 HS 这一点上有蛮大的贡献。接下来在2007年的时候，这一年就很热闹。这一年基本上有几件事情发生，是对现在来讲是影响之大。第一个是 HS.NET， 有点像是微软永远受不了它的 View State。当时大家为什么会推 HS.NET？ 因为 View State 它每次要submit就会伴随来一件事情，就是画面的 refresh。就是以前早期因为很多网站都被靠的，我点一下就会重换一次页面的那个时候，就是通常都是档内的特征，当时的档内特征。那而且档内是它是当时设计的技巧就有点取巧，它就是画一块，它就用一个东西说我画这一块就是我里面都是 HS 的，然后我有些特别的东西可以用 HS 做。可是因为呢，它这个做法太取巧了，就只有一块是 HS 的，然后那一块跟原本的 Vue State 不相容的。其实那一块的做法是独立的，然后在那一块因为太取巧，就变成是我有些地方是 view state 的按钮按下去会重整，有些地方不是按下去不会重整，然后到最后大家都搞混在一起，根本分不清我这一下都会重整不会重整，最后又通变为重整。所以 HS 档内我觉得对微软来讲是一个蛮重大的挫败，所以后来我觉得后来之所以会全力的去推 MVC 跟这件事情是脱离不了关系的，但无论如何那一块不仅是EATJS 的 1.0 版本在这一年产生。那从这里开始，从 YUI、EATJS 跟 GRP 这三个东西回来看这个地方，我们开始 JQuery 如果说当时最基本的那个砂石啊、水泥啊基本的原料，然后这里是开始盖房子的。因为 EATJS 跟 YUI 跟 GRP 这三个东西都有试着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元件，就是画面上的 UI 的 component。EATJS 当初出来的时候就建立了这样子，画面上最重要最重要的 component 叫 GUI， 叫或者是我们用比较简单一点话来讲就是 table 表格，在所有网页里面的比例，我自己估估至少超过50%。其实你去思考，它在所有网站几乎都会出现，在多数页面里面要出现似乎比我们想象中多非常非常非常多。然后在 EATJS 里面，它把一些基本的像表格啊或这些东西都开始建立起来，然后这一年也有两件事情，也有另一件事情是比较有趣的，就是 CSS framework 开始的兴起。然后，因为你当你用 JavaScript， 当你想要开始做元件的时候，你就会碰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 JavaScript， 你用 JavaScript 去把 CSS 页面写在一起，不是不行，就是你可以完全用 JavaScript， 比如说一个 style 去该做的事情，一个 CSS 档该做的事情。你可以完全用 JavaScript 控制一个元件一个动的 style， 可以吗？我们都知道 JavaScript 可以干这件事，可是真的要把它做好，你还是需要抽离，然后比较好改比较好管。那个时候刚好在战争事情的时候，就是我到底要在 JavaScript 里面去管，还是要在外部档案去管，然后也是那个 table 转 CSS 的重要时期。但在2006-2007年的时候是 table design 转 CSS design 的重要时期。然后在2007年的时候，包含像 JQuery UI、EATJS 还有一些其他的 framework 都开始陆续有一些简单的 component。像 JQuery UI 出来的时候，多了哪些 component？ 包括 log， 然后 drag and drop， 然后 sortable 那些东西是重要的。然后 Blueprint 是一个 CSS 的 framework， 它是一个 CSS 的 framework， 有点像现在的 Bootstrap， 但是比它还洋葱非常多。当年的 framework 只有处理一件事情。主要只有说一件事情，
叫做那时候只主要只有说一件事情，叫做那个龟 system。龟 system， 大家应该现在有多少人知道龟 system？ CSS 的龟 system。好，简单来讲，有多少人有用 Bootstrap？ 应该多数都有吧？对啊。好，Bootstrap 里面有那个 span 1到 span 12旧版的 Bootstrap 2，然后 Bootstrap 3是 current 1到 current 12。那东西就是所谓的龟 system， 你把画面分成一定的格数，像现在主流的分法是切成十二格嘛，那你一格就是十二分之一的比例，那个就龟就一格一格的那种横向一格一格的龟 system。龟 system 是后来才出现的，以前是 table design 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龟 system， 因为所有 table 都是龟，大家同意吧？所有 table 都是龟啊，因为。就是 TD 的 design 管理的规律，那时候从 CSS 转到从 Table Design 转到 CSS Design 的时候，所有人最不习惯一件事情就是我怎么做两栏式跟三栏式，我怎么做那个规 layout 的搭配。那时候规 system 有点算是出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当年的规 system 因为没有现在大家那么熟练，就是简单来讲，那个时候大家运用 flow 还不是非常熟练，而且当年也没有什么 responsive。所以那个时候的 GUI system 是非常非常的，然后那个时候的浏览器还是 IE6，IE7 是在今年2007年的时候，在那个时候的那一年才出现。所以当时是你用 flow 算，然后还会你排版的时候还会飘来飘去，然后用奇怪的参数才能够做好的时候，然后所以 always 你都会留个两 pixels， 或者是永远不敢写 100%， 只敢写到 99%。然后在 IE 跟在 Firefox， 大家对那个 folder 到底算里面还是算外面的还会不一样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办法做到像现在那么精致，但是大家开始试用这些解决一些问题。然后在2008年的时候，很显然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是 CSS 那一块的进展，对 UI 跟 layout 那一块进展都在变多，就是像 reset CSS 在这一年提出来的概念。Reset CSS， 然后跨浏览器的 support， 这也是跟跨浏览器的 support 有关系，因为 Chrome 在这一年是出了嘛，然后 Firefox 出了。92.0 Grid System 就是也是主要出于 Grid System， 然后92.0 GS 它提供一个重要的贡献是，它讲出了960是最好被除的一个数字，所以后来你去发现像 Bootstrap 或什么的，他们的宽度 container 宽度通常会设定成960。是有它的道理，它可以被24跟48整除，它可以被很多数字整除，所以它是最适合拿来做宽度配置的一个宽度。好，这一点就蛮有趣的，算是当时的浏览器大部分都是1.24×768，或者是再高一点点，就1.28×1.28多之类的。但是那个时候主要是构成都1.24×768。然后那时候你想想看，当时他选择数字不是1.24，而是960，是有他的理由的。对，而且还因为那个时候也有800×600，然后没有去 support 800×600，是因为以这个角度去规划的话，是比较容易 serve 所有的荧幕的。包含如果说他想要现在去分配到我们现在可能480或240的话，其实你去除的话都除得进，你可以等比例的缩，这是重要的。对。其实有一些观念，你从历史来看，你会发现它是有道理的。可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后面的收割阶段，所以前面那些历史你都不理解它为什么有那些东西啦。那今天其实是想要讲这件事。然后 reset CSS 跟 normalize CSS 也是一个蛮北，我个人觉得蛮北齐的争议。是，有多少人知道 reset CSS 在场的？有知道吗 ？normalize CSS 真的吗？真的吗？你们是懒得举手啊？真的有时候不知道什么是 reset。简单来讲 ，reset 的意思是说，Chrome 跟大家，以前一直有一个北西的争论，我到现在都不认同，就是大家都觉得 Mac 上 Safari 的预设元件长得比较好看，我真的不这么觉得啦。但是 however， 就是以前一直有一个争论，就是有一个麻烦点，就是。每个浏览器的 CSS， 比方说 input 啊，或者是 button 啊，它大小也不太一样，然后它的预设的样式也不太一样，有的是白底的，有的是灰底的，然后有大家按钮长不太一样，长不太一样还好处理，要命的是你是宽度跟高度跟它的 padding 跟它的 margin 不一样，所以大家如果有写比较久，应该会注意到很多人都会写那个星。
跟 HTML， 然后 Merge 零跟 Padding 零。为什么？因为在 IE 底下，它通常会多一个 Padding 15还是多少，会它觉得比较好看。但是就对其他浏览器来讲，有跟没有会差很多。然后 CSS Reset 是 CSS Reset 是帮大家把所有的预设资料全部清掉。这个清掉的意思是什么？大家有用过 URL， 就知道它前面有一个小点点嘛。URL 预设前面有一个小点，那个东西在 Reset 点 CSS 里面会被清掉，而且它不会有 Padding， 它不会有缩排，它会直接都搭在最外面，然后有全部的样式都没有。对，这是一个当时的用 Reset 点 CSS 的概念是什么？简单一讲，画面让我设计师一个一个去设定就好，你不要来帮我拖。它的概念是这样，你帮我清到没有，就是你把我预设样式全部清掉，然后剩下让我接的设计师自己来做就好，你就不要帮我管。然后 normalize 是另一个蛮有趣的一个议题，就是你这些是清掉，然后 normalize 的想法是说，不行，清掉太累了，清掉我要重建太多东西了。normalize 的想法是说，没关系，我帮你调整一个所有，我帮你调到所有浏览器都长一样，我帮你把所有浏览器的那些设定都调共通的，只是它预设还是会有一些基本的 style。对，然后在这个时候，其实 reset 从我的印象里面，我个人是认为 reset 是比较受到欢迎的啦。然后两个时间点有一点点差别，先有 reset 的提出之后，后面 normalize 才比较新，就是先有 reset 的提出之后，后面才跟 normalize 有一个比较大的冲突。我当时就有点像是分边选边站的感觉，而且要命的事情是，你用了 normalize 的 CSS 跟你用了 reset 的 CSS， 它的那个 widget 的 design 跟那个 CSS code 当然会不一样啊，因为基础是不一样。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两个的选择上面，很多人都是选择 reset 点 CSS， 因为就比较干净，然后设计起来比较简单。那后来你要去根据它预设 style 去处理，就会有点麻烦。好，那这一年我觉得有点像是 CSS 大战的一年。然后2009年。这一年没什么太大进展，这一年主要就是 Flash 的出现。不过 Flash 跟 Sass 我必须要提醒一下大家，它出现只是代表当年有人觉得这是个问题，而且想解决这个问题，但不代表它已经普及了。当你在刚刚看到的东西，它普及都是一年到两年以后的事情。所以你要认清楚这件事。我要提的是那一年大家在脑袋在想什么。对，那 Flash 跟 Sass 当年那两年之所以会被提出来的理由，是因为CSS 档案多了，而且一直重复。CSS 说实在话，你要去写它的 native 的 CSS 是一个很累的工作，有很多重复的东西，然后那些东西是可以被简化。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大家开始 CSS 写多，我就觉得 CSS 的表达是不够好用，所以开始提出这两个东西。但是平常讲那个时候都还没有到，因为这两个东西在推广上都有一个致命伤，就是你没有办法写完马上看，在那个时候。现在可以，那个时候没有，你没有办法。那个时候的那些技术都还没用在这件事情上，你没有办法。比方说写一个点类，然后马上我一写完，我就有一个什么东西可以帮我编译，然后编译完就可以变成。那个时候都是我写完，然后底下指令跑派了，这样指令都在放网络上看，或者它挺痛苦。那个时候，你看像什么 PHP 类似啊，然后什么 Node 的那个。Google 啊，或什么那些东西，那个都是2010以后的事情。这其实早了，真的早了两三年啊。这是生态系健全又过好几年的事情。然后档内 MVC 在这一年推出，然后我相信档内 MVC 当时的推出其实蛮轰动那个档内圈的，因为档内 MVC 是正式宣告微软对 Vue State 投降，就是他再也不想去管 Vue State， 他就把 Server Side 干净的一个 Server Side， 然后。干净的 template， 干净的 DAO， 然后剩下就真的是有点像正式拥抱 HTML5 的这个 level。 因为从档内 MVC 以后，档内 developer 就开始写 HTML， 写 Reader 啦，但是原则上他写的 HTML， 不是 Webform， 也不是封口说，所以是正式他从他自己的原件走到 native HTML level， 蛮有趣的。但是 Webform 还是一直市占率还是蛮高的，所以他有点像是。档内有点像分裂，就分成两边这样。然后 IE8 在这一年出 ，IE8 在这一年出现。对 ，IE8 出现之后，我觉得日子才开始好过一点。对，我觉得 IE8 出现之后对很多事情都影响很大。你看，隔一年就一堆重量级的东西冒出来。
哎，不是开玩笑，阿姨在那个时候真的是有指标性的影响，跟现在的感觉差非常多。对，当年是你说你不要支持阿姨，发生马上被电爆了，你会被当成是懂技术的小屁孩。对啊，然后在2010年有非常多有趣的东西开始冒出来啦。第一个是 JavaScript 执行效率开始到位，就是你 JavaScript 跑起来开始变快了。那时候有几件事情是有趣的。第一个是客户端跟客户端沟通的速度开始变多，所以抄写 IO 是在 UA 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很快了。人们开始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客户端跟客户要怎么沟通，我客户端跟客户沟通的时间跟他的沟通的方式。然后接下来是，然后 comment 那个概念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出现。对，然后那一年刚好是手机，刚好是Android 刚出，我记得是刚 iOS 跟 Android 刚出的那一阵子，然后算是非常阳春，大家还在是那个 Deserve 的那个，就是在 PC Deserve 那一代，就烟火机的那一代。然后那一年有几个东西开始出现，算是蛮跨时代的，我觉得啦，就是 Central Touch 跟 JQuery Mobile 这两个特征，其实可以反过来扣一件事情，就是 Responsive 的时候，就是 Responsive 开始出现。刚开始出现的时候，那个时候全部的设计，而且那个时候的设计主要还没有那么 responsive， 那个时候的设计只是 for mobile， 但是它有一个特征，就是它可以侦测哪些网站是 mobile， 然后把 mobile 东西推给它。这件事是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做，对。不过那时候还是透过所谓的 agent， 就是 HTTP agent 在做比较多。然后那一年开始出现几个有趣的东西，第一个是 backbone。开始出现一个看起来像是 MVC， 但是又不是那么 MVC 的东西了。可安赛的处理性开始变高。然后那一年有另一个东西，我觉得是对那个时候我自己，这是我自己加上去的，对我自己当时的影响是大的。那当时我记得在前端圈引起一阵风暴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多少人想到可以做双向的 data binding。双向 data binding 指的是什么？就是我有一个 object。然后把它丢到画面里面，然后我改 object 一个值，画面就会马上变成我改的那个新的值。等一下慢一点，对，那时候是那个 jQuery 的那个 John Resig， 他提了一个，他写了一篇 blog， 然后说他觉得 jQuery 可以用来干这件事情。那因为那个时候 jQuery 实在用的人实在太多了，所以 John Resig 的这个 idea 嘛，那就跟着 jQuery 一起 push 到很多人的眼前。然后大家都那阵子是蛮常讨论这件事，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以前呢、啊，这打破的一件事情是，以前在那个时候啊，人们还是非常重视 JavaScript 的效率的。其实那个时候是你回圈怎么写会比较快，然后那个什么资料浏览器大概可以处理到什么程度会比较快，然后那个时候大家都非常非常注重记必较那个效率。可是 data mining 是一个非常不效能分等的东西，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 data mining， 你想想看它的原理哦，它有个 object 值变更的，画面会变更，所以它至少有一件事你要知道，就是 object 值被变更了。可是它的语法都是我 object 点什么直接改，我直接改动那个 object。如果说你是 set 啊或什么，你有一个 function 可以 call 可以听，然后你可以去处理这些事情，那很简单。可是当时的做法是我直接改一个 native object， 因为它要让它简便到一个程度，那这样就会发生一个问题，就是，我必须要跑一个回圈或干什么，一直去监听那 object 的 properties 它有没有改变，对吧、啊？不然你怎么知道它有没有改变？你必须要去 watch 那个，我们讲 watch 就是观察那 object 有没有改变，然后再抓做事。当然在新的版本里面，像我们家用那个。我们现在的写法在那个 AngularJS 也有类似的困扰嘛，就是也有类似的问题，就是你改了它的 scope 之后，它要怎么去马上反映到画面上？它必须要去 watch。然后这个东西后来有另一个 spec， 在 ES7 里面有一个 spec 叫 Object-Observe 可以做这件事，是即将要来的要完成的东西。这件事现在在既有浏览器 support 只有我自己。早上查是只有 Chrome 跟 Opera， 但是那个有没有其他新的浏览器 support， 就是要再看有没有最新的版本。那
这件事情其实蛮有趣的，因为大家开始从，我觉得它带来这一年所带来的东西啊，都提升到一个 level， 从原本的基本的 UI 该怎么操作，提升到一个 level 是专案该怎么管，像 Backbone， 像那个 Naga， 还有这些花姐都开始慢慢的在思考一件事情，是我专案该怎么去组织。对，我，请说。上 PI 或者 Central， 你不用处理只是？没有没有，我只是专案做。对，然后在这一点我也都忘记列上来，但是也蛮重要的是，大概在这一两年间是那个 required test 出现的时候，就是 dependency management 开始出现的时候。对，就是简单讲，就是这两年花就开始变大、变肥，然后需要管。那从然后零八年到二零一零年，之所以会有这么多有趣的花卷，我觉得有一个专案是鞠躬绝尾，你知道吗？那个专案大家都蛮不陌生的，那个专案就是 Gmail。我觉得 Gmail 对于一个 Web Application 可以做到的，在当时真的是一个象征性的启发作用。大家那个时候几乎说举 Web Application 例子都会举 Gmail。然后这个时候啊，大概在零九一年的时候，大家开始 focus 的东西都是开始慢慢进入 application， 但都是程度不一啦，有那种内部系统，而且这一块进展最多的是在内部系统，企业的内部管理系统，就是 web application 把 web 写成一个应用程式，进展最快而且最多的其实都在企业的内部系统 ，ERP 啊那种大型的管理系统。为什么？因为给使用者看的东西，说实在话，因为要考虑的东西太细了，要写给使用者用的东西，要考虑的东西太细了。然后写内部管理系统的话，一方面是你内部管理系统写下节省的流程就可以直接赚快点钱；另一方面是给内部的人，你可以透过一定的教育训练去节省你 UI 上的细节。所以一般人那个时候内部的资讯系统、内部管理资讯系统在运用这些新的技术或运用这些能量，其实是比较高的。这一点可能跟大家的认知不一定是一样的。然后外部的资讯系统，当时啊，大部分还是停留在那个简单的互动跟 dialog 跟展示的阶段。欸，那个时候基本上 API 啊或什么，大概也是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就是 API 那个概念也是差不多这个时候刚开始发展。那时候早期推 API 推很凶，而且推很用力的，其实是雅虎。虽然他自己后来他的 API 其实等后来自己没落掉。对，雅虎真的是一个推了很多事情上来，但自己没有站到，没有自己从来没有站到舞台上的一个有趣的公司。他在2009年、2010年都做很多其实是蛮有远见的事情，就是平常讲他在做一些蛮有远见的事情，但是都没有自己站到台上来。都是别人拿，就是都是别人被引坏，然后做出很好的东西，但他自己通常都没有站到台上，这点真是蛮可惜。然后2011年 ，Bootstrap 在这一年出现，哎 ，Bootstrap 算是很少数的特别例子，是 Bootstrap 一出版就席卷了整个网络圈。Bootstrap 大概在半年内就席卷了整个网络圈，这半年左右，它这上面列的这些东西啊，少数几个是。在半年以内就马上看到它真的都已经出现的一个状态。Bootstrap 出来的时候，网上就超多 Bootstrap Clone 的网站。Bootstrap Clone 什么？就是左上角这些 icon 上面一排灰灰的东西，右上角是登录，然后那个 UI 就长跟 Bootstrap 官方网站几乎长一模一样的。后来有一票，后来那个实在太过分，就有一个人把它改了不同的颜色，至少看起来颜色都不太一样。我那阵子，我记得那一阵子，2011年的年底，一堆人都在靠北说不睡，涨不涨？不睡 like 的网站在太多，我就觉得整个网络上被不睡污染一样。这感觉跟2008年最快污染的整个 web 是差不多意思。然后题外话，那个在前面有几个东西跳得有点太快。Prototype 在当时啊，讲这个再回头讲一下。Prototype 在当时，在这份还没出来之前，是一方的霸主，非常非常非常的大。当时几乎有在用的，几乎有蛮大的比例，几乎都用 Prototype， 包含像当时的 ETJS 预设也是支援 Prototype。那
而且当时 Rails 跟他，当时 Rails 出来的时候 ，Fortype 也有跟他有些合作。那 Jaeger 出来之后 ，Fortype 是整个大概在三四年的时间逐步的瓦解，而且是几乎是完全的瓦解。那这中间最大的差别点是，一方面是设计概念的差异啦，另一方面是 Jaeger 的它真的太简单，就是它的操作太 minima， 就是太小，因为那个时候的网页需求一点都不复杂，可能就是按个 on 一个 click 或 on 几个 click 就结束的事情。那个时代就是几个 click 就可以结束一个 project 就出去了，不夸张。那你可能就 click 然后秀一些东西，然后做一些 validation。那时候 jQuery 把这件事简单到一个程度。jQuery 说实在话非常不适合来做大型的复杂应用，就是你 不太容易依赖，纯粹的依赖 jQuery 去建构一个大型的应用。但是那个时候说实在话 ，Fortype 搞不好比较适合做这件事，但是因为大型的专案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多，所以大家最后都是被 jQuery 引过来，然后维顿开始用 jQuery 之后，反正就横竖你也不会想再回去用 Fortype， 就当它大到一个程度之后，就大家都在用它。对，那说实在话，当时的解法是当时最漂亮的。YUI 其实也蛮都他想到问题 ，YUI 都有想到，但 YUI 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语法太长了，他都是 YUI 点什么，比方说动词类这件事好了，我印象很深刻，就 YUI 点 DON 点前号，人家最贵一个前号就解决事情，你要写 YUI 点动点前号，你是每天都要写东西，写那么多都会想杀人。它其实就是大概就是这种等级的差别，然后比较想要这种等级的差别是很致命的。然后 YUI 三在第三代的时候 ，YUI 在第三代的时候有修正这些问题，不过我觉得时间就有点晚了。不然 YUI 其实是一个在结构上蛮适合 extend， 它是有自成体系，然后蛮适合 extend， 因为蛮多大型专案其实都是依赖 YUI 的结构打造起来，它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架构，但是。大家都很清楚看到，大家显然网络界不需要这么好的架构。好，这是算是一个题外话。然后这一年有几个东西特别需要 highlight 的是 Meter 跟，就是 Touch 还是慢慢有在出现的、啊，然后 Ember 跟 Meter 在这一年开始出来了。然后这几支有几点是比较需要注意的是。Meter 开始在解决问题，已经跨越了 client 跟 server side 的分界。它是 Meter 是试着要把 server 跟 client 事情在同一支程式码里面解决。就是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有点像到 JS 这个 level 的 solution， 就是大家开始觉得在 client 写 JavaScript 写不够，要写到 server side 来的时候，因为大家开始觉得我在 JavaScript 写了非常多的程式。然后在 server side 也应该可以 reuse， 不是我 client 跟 server 分开写两套的时候，就是这一年开始有人在想这些事情。然后2012年是 Angular JS 的第一版，当时因为 Google 推的关系，算是有一点点的声浪，但大家都还在看这个东西。然后2012年 Angular JS 出来之后。大家当时都还是习惯 backbone 啊，习惯这些做法。当时我印象中最大的争论还是在 performance 的那一块的争论啊。那而且 Angular JS 它从这里开始有一个有趣的分界是，你的资料到底要从 server 再来，从 client 再来，这件事情又进一步的被 challenge。因为从 Angular JS 跟 Meter 啊这些 framework 和 React 这些 framework 开始啊，它需要的 input。以前的 framework 是怎么样？是我一个 HTML 产生出来，我 jQuery 或这些东西只是挂上去，除了 ES JS 除外 ，ES JS 是特例。除了这些以外，大部分主流是有一定市占率那个 framework， 基本上都是我让你写 HTML， 然后我让你挂 JavaScript 档，然后我的 HTML 会挂 JavaScript 档变成 powerful 的一个界面。然后从这个时间点开始，有一些不同的面向是，我的 server 在给我的东西只有 JavaScript 的物件，就只有一些 data， 然后我 JavaScript 会负责把 HTML 生出来。以 Angular JS， 你可能会反驳我 ，Angular JS 是一个 template， 我写的 HTML，
然后我只是加上一些 Redis 的语法，可是实际上它是在 client pass， 然后在 client 帮你组出那些语法，你写那些东西像看起来像 HTML， 可对他来讲其实是 template。可是你从 JavaScript 组出 HTML， 可以从 server side 先要组好 run 回来，两者差别。然后在这个时候开始进入到这个极端。那之所以当初一开始没有办法在很快的进入市场，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当年 SEO 技术没有那么好。就是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就注定跟 Google， 你在 Google 上就会产生很大的挑战。就是你用 JavaScript Object 放着，然后 JavaScript 去读取它产生画面的话，你产生出来 tag Google 不好意思看不懂。所以当年有这一块，当年就有很多 tricky 的做法，像是我就做一个假的 DID， 然后把我所有的字都塞进去，然后把设 display 那，然后那个时候又 Google， 因为为了防止那个那时候很多所谓的 SEO 蟑螂，就很多人特别乱塞一些关键字啊，乱塞一些什么东西在画面上，导致社区有出问题，所以那时候 Google 又有一些风声是说 ，Google 会把那些看不见的东西藏起来，要干什么，或者是会把它排名往下降，然后什么的，这让这些 solution 在当时都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状态。然后这个问题其实说实话，一直到2014年都还是很困扰大家的。一直到2014年年初的时候，大家多少都还有这些问题，因为大家会担心说这对我 SEO 会比较不好。那之所以这一两年这个 solution 开始红起来，一方面是 Google 说不，以后我们的 Cloud 会跑 JavaScript， 会帮你把画面捞好。Google 开始声称他会用 JavaScript 去，就是 Google 已经确定他未来会这么做，他有对外保障的这件事情，而且事实上他有一些想过，可能没有那么完美，但他有一些想过，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大家发现，这件事也不难解决，就是这件事的首选出现，首选是什么？我只要看到你是 Google 来的，我就帮你转到另一个站，那个站会 run HTML 给你，有没有很聪明？而且这个东西还有付费服务，就是有一个人会说。我告诉你，那个东西是 JavaScript 产的，你没有办法 run， 对不对？然后如果你要投 server 端，我跟你讲，你把那个 Google 来的导到我站上来， Google 来的那个 engine 导到我站上来，然后我这个站呢，我会定期的去，我收到这个 request 之后，我会去爬你的网站，把你的 HTML 扔出来，然后再喂给客户。还蛮贵的，说实在话，我当初看一看，我就觉得自己写好像也蛮简单。然后那一年。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东西的关系啊，那一年有两个东西也蛮红的。那时候开始有 Node.js 嘛，那一年有两个东西是红的，一个是 Node WebKit， 然后另一个是 Phantom， 就是简单来讲，就是模拟 WebKit 跟模拟 Browser 这两件事情，那一年的首选是比较多人在谈的。然后那一年另一个动力是那个 Web 的设置需求啦，所以那一年就是这些首选开始冒出来，然后算是蛮有趣的。之所以那个时候 framework 会开始比较多人在谈，然后现在大家在 framework 上会比较愿意去考虑这些 framework， 很重要一个理由其实是 SEO 的障碍被拿掉，这是很重要的。虽然时到今日，即使我们现在表面上说是被拿掉，时到今日忘了处理这个问题，而导致有 SEO issue 的网站其实还是蛮多的。很多时候去年就蛮常看到一堆 issue 网站进来，那个标题是冒号冒号 title。那个双引号就是大括号大括号 title， 然后另一个大括号，大概是这样。然后2013年有另一个看起来以为会是很重大的进展，但结果没有的，是 Web Worker。Web Worker 它要解决一个问题是 ，JavaScript 一直以来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它是 UI 上的事情，所以它注定只能是 single thread， 这个 single thread 的一个议题。为什么？因为我举个例子，如果你不是 single thread 的话，你一个 button 被按下去的时候，它触发一个 event， 然后改一些画面。如果你是多个 thread 同时在改画面的时候，它怎么知道更新？所以它 UI 追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更新？但 UI 就永远有一些 update 的东西在上面，所以它不知道什么时候更新它的画面。然后因为 single thread 的关系，会导致另一个问题，就是当它在运算，它就没办法 render 新的画面。即使我只做一些纯粹数学或纯粹理论性的运算，我都必须要吃着 UI，
我如果画面讲举个例子啊，我如果在画面上跑一个无穷回圈，我的画面就会白掉。这大家可能写久都有碰到过，为什么？因为意外之源没有办法抢到资源去画他的意外，他没有办法保持意外在那边做。可是我是侦探啊，或什么或摄影灯笼那种 demo 就可以，为什么？因为他只是定一段时间过来看，然后在他那个 JavaScript code，JavaScript code 跑起来其实很快，就 JavaScript 跑它的纯粹运算，你只要不牵扯到画面重绘的话，它的运算的效率其实蛮快的。那在现在的浏览器啊，这个前提，对。那 Webworker 要解决，当时要解决问题是说，我有一些 heavy 的预算，我会不会丢到背景所以去跑？我画面还是可以看，比方说我要做一些像无穷回圈，接近是无穷回圈等级的事情。我可以把它丢到 background 去跑，然后画面让它继续画，然后等到它去跑完之后，它跟我画面说：“哎，我有新的资料，你可以更新的。”这样我不会让画面，因为我要算一个很大的东西就挂在那里，然后画面也可以去做我该做的事情。听起来是解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时也风声也喊得非常大，因为这个东西可以带来的效益其实蛮高的，像是你可以做一些大型档案的转档啊、运算啊或什么的。但我想当时大家很多忽略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是浏览器的记忆体已经吃得很重，就是浏览器的记忆体已经吃得有点太重，所以你在拿它做大型档案处理，其实只是让这一次更恶化。然后第二件事情是，其实大家JavaScript 再怎么厉害，在目前浏览器上它能够跑的东西还是有极限。因为 Webworker 之前有一些实测，通常都是跑到当掉，所以它变成是一个不太稳定的东西。然后比起不太稳定的东西，大家还是习惯把这些东西放在 server 再做事。所以现在大家基本上都还是，比方说我要转档干嘛，就先把我要转的东西丢到 server 再，之后再转完之后再往下载回来。这个模式还是比较多。但是那一年大家想解决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未来还有机会再继续延续下去。这个问题可能是未来会被解决更好的，也就是一个未完成式。然后 React,AngularJS 在跟 React 这两者对比一直都是大家很关心的啦。那 AngularJS 跟 React 的策略上也是完全不一样的。AngularJS 1跟 AngularJS 2的策略又是有很大的不同，不要说完全不一样，有很大的不同。那 AngularJS 的路线一直都是我写 HTML。我写 HTML， 然后在 HTML 加入一些 meta， 然后它会帮我产生出我要的系统，就是我是以 HTML 本位的出发思考。然后 React 是反过来，我就是要你纯粹写 JavaScript， 然后我在 JavaScript 里面，你去把你想要 HTML 的东西用 JavaScript 表达式写好。然后，但是我最后产生，不好意思，我就是以 JavaScript 为本位，我觉得不是以 HTML 为本位，他们两者非常大、非常非常大的差别在这里。所以 AngularJS 之所以可以快，可以 fast， 可以 fast prototype， 是因为它就是在写 HTML， 所以每个人只要熟悉 HTML 该怎么写的人，可以非常快在这一点上，非常快的进入状况。你在写 HTML 过程可以非常快的进入状况，这是它之所以快的理由。但是 React 在这一点上就有点弱势，所以 Angular 在前面在快速开发那一块，我觉得它完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 AngularJS 的弱点就在后面。因为 HTML 的 expression 就是 HTML 能表达，就是你在 tag 跟 HQ 里面能放的东西，实在不是那么多，所以在那里能够放的东西就会很少。所以在他们第一代的那个设计思维里面，都会是我尽可能把东西写成一个小小 expression 可以塞下的东西，我们叫 derivative 嘛，我尽可能写 derivative， 然后再尽可能在那个 tag HQ 里面把 derivative 用那个。分隔号的方式把它塞进去，然后去做 filter 啊，干嘛的，尽可能把它塞在那个 filter 里面。可是不好意思，这个 filter 这个 attribute 的能够放的东西实在太少了。然后说你要放复杂一点 JSON 或什么，就会很难写，就不如回去写 JavaScript。然后它的目标是要试着让 HTML 做更多事情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很糟糕的事情，就是我们会为了把 code 写得好看一点，而不去思考那些 code 里面到底干了什么事。这是写 AngularJS 很多目前看到专案里面蛮常见的问题，像是我们可能就为了我们可能就做一些傻事，像是我为了要把它写成我四个按钮按下去之后可以丢的各种，假设我有一个分类好了，上面有我一个表，我有一个 table， 然后上面有四个分类按钮，我可能就会把它写成我 table 是读全部的资料，然后四个分类按钮是不同下不同的 filter， 然后下去做不同的事情。
就很多人可能就试着说，我就把身份证读进来，反正现在就1000块，积一点大，那就把身份证读进来。但是不幸的，当你的资料大到一个量级的时候，你就会尝到很大的突破。而且很多时候，你为了，比方说你做一个这个情境，特别容易出现在一个情况，就是你在做一个进阶搜寻的时候，进阶搜寻大家都知道，进阶搜寻的选项都好多个嘛，可能有时间啊，可能有名字啊，可能有什么有不同的选项。啊，如果你用这种 filter 去做那个进阶搜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code 写起来很干净很漂亮，就是那个 filter 写起来很干净很漂亮，就是看起来就是几行几行就搞定了。但是实际上在内部 JavaScript 那个 logic 运作其实非常的可怕。这一块是比较常见的 issue 啦，但是你要问我说这个东西到底算不算 Angular 的问题，我觉得不是啊，因为它有提供你可以把它写好的方式，就是你还是可以自己去做 filter， 你可以自己做一些事情，不用依赖那些成本很高的 tool 很高的方法。所以我觉得这不算 AngularJS 的 issue， 而是你有没有进展到去意识到这件事情去处理的问题。然后 AngularJS 2就从原纯粹的 HTML 作为表达式的方向转到以 component 为 base 的路线。目前啊，我觉得在算账面上只列到2013，但是目前我觉得从2012到2015这一段时间啊，大家的原则是清楚的，就是大家朝着原件化的角度在运作，包含像那个 UI 像 Bootstrap 的路线，包含像各个不同的 framework 的路线，然后像 Semantic UI、Polymer， 然后跟那个 React 这些东西，都是很清楚的在讲一件事，就是网要原件化。原件化的目标是什么？原件化的目标就是我把一些东西兜一兜，就是我把一些 button 然后我的按钮放一放，然后不用费心去写一堆 JavaScript， 事情就会自己搞定。然后我要写的时候，只有在一些比较复杂的事件的时候去处理就好。所以简单来讲，我以前要做 table filter， 我得要写个半死，我得要先把 table read 出来，然后再跟他讲我这个栏位是什么。然后再跟他讲我这里面有哪些东西可以 view， 未来我可能只要把资料喂给他，他 table 就建好了。然后跟他讲其中有一个 column 要做一个 search， 然后我只要跟他讲这个 column 要做 search， 但是不用自己做内部的事情，他去帮我处理好了。对啊，这个已经有很多 solution 在做这件事，包括 ESDJS 也做了好几年。但是以前在做这些 solution 的状况，都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学习成本太高。而且你做一个 component 成本太高，所以大家都只用官方自己做的 component。就是原件网页已经开始发展了10年 ，JavaScript 也不是没有 object oriented， 而它的物件化跟它原件化之所以这么难发展有几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是原件的需求太复杂，就网页实在是太广太复杂，所以你要用网页。要用一套服务去解决所有的网页问题，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这是第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你不可能用一套服务去解决所有问题。我有一套服务器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就是现在内建的那些 HTML tag， 那你要加上很多劳力去把它去解决你自己的问题。我们已经证明现在 HTML 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了，几乎。就是你，如果你要一套 framework 把它解决所有问题，你就发现你的 component 非常的原始。可是如果你不想要那么原始的，你能解决问题就变很少。然后不幸的事情是，大家都不想要解决一样的问题。你能够写一，有人写一个 Amazon， 就不太会想再 clone 一个 Amazon。你至少会想要有些变化，啊，那些变化就是不好意思，有那些变化你就要有参数，有参数你就会回到变得复杂化的那个过程。不过最后之所以会红，是因为找到一个共通的最小的一个看起来大家都同意的一个子集合。不是已经在这一块表现相对优秀，他找到一个子集合是大家都有的，就是 menu 啊、table 啊、quick system 啊这些东西，刚好大家都有、大家都要的东西。那为什么说在2012年到2015年都开始做原件化呢？是因为这在从解决所有问题到我自己公司要解决我自己内部问题，中间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落差，就是中间有一块问题在没被解决的，就是。我不要像那个 ESDJS 那么大一包，我有100多个元件要可以让我挑回来用，我只有少少的一个东西，但是这几个东西是只有我
公司会用到，而且我一直都会用到。其实想想，其实有很多地方多少都有这样的东西，像是有一个画面，就是只有这个领域的总面会用到。对，我们以那个举旅馆业为例好了，可能客户的资料表就是一个到处都会看到的东西或什么的。那这种到处都会看到的东西，然后又是同一个系统里面很常见的东西，是可以有机会被远见化的。但是，是不是一个系统中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哎，不尽然。但是有一个东西大家一定都不陌生，而且常会这样用的，就是登录的表单，对吧？登录表单通常都是长一个样子，而且通常弹出来的会是一样，而且位置通常还差不多，然后几乎每个页面都会有，非常需要 reuse， 非常符合这些事情。像登录表单啊，然后一些常见的查询用表单那种东西是比较会用到的。可是现在问题就是，我写这些东西，它的成本跟它的 reuse 的方向到底有哪些？然后 React 跟 Angular JS 在解决这个问题上，Angular JS 我觉得它 reuse 的可能性跟空间是相对比较少一点。对，那在 React 的角度来讲，它就是你一定可以 reuse， 可是你多数的东西也不见得会 reuse 它，因为 React 就是 React 的吗？React 的模型是你每一个画面每一包啦，你每画面上的一区，像是以这个例子来讲，我画面上的这一块可能就是一个 React 的 component， 所以你一个 HTML， React 是以 HTML 为一个单位，比方说有一个 table 好了， table 可能就是一个 component， 然后里面的 TRTB 可以是 component， 可以是子 component 也可以不是，但是那个 table 以内的就归那个 component 管，就是大概是这样一个脉络。它就是 React 的核心模型是我外面有一个 container， 有一个洞，有一个 HTML 的物件，然后它里面包含的所有画面内容都归那个 component 管，这是 React 的基本概念。还有一个 root 的一个 component。那元件化之所以这几年我们之所以会一直不断的强调，开始有比较在谈元件化的理由，是因为现在在做 application 的时候啊，我们有碰到几个困境是，以前我们很简单的做，就是转页面啊，然后呈现不同的内容啊，然后做不同的事情。然后这几年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疯了似的都在做 single page application， 我个人是非常不认同这个趋势啊。但是这几年很多人很试着努力要做 single page application。但是在做 single page application， 你一定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今天在 A 功能页，我要切到 B 功能页，然后可能做一些什么事，我要切回 A 功能页，对吧？如果我们想象一下 Gmail， 我可能是我收信、看信、写信、回到信件清单，这四个可能都不同的 view 嘛，因为一个是信件清单，一个是写信的画面，然后一个是信件点进去看内容，这三个不同的 view。所以在这里面，在 single page application 里面，我们会被强迫的需要 reuse 我们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必须要能够在点下去的时候，我必须要能够把那个东西扔出来。就是我在不同的页面切换的过程中，我必须要，我有几种可能性。以前偷懒一点做法有几种可能性，一个是我一开始把所有东西都扔好，然后只是做切换。这是一个蛮常见的手术群，可是像信件清单这种，我怎么不敢把所有信都拉出来？我不敢把所有信都拉出来先建好啊，这不 make sense 啊。好像可以的，但是就算了吧。对，那成本不符啦。那所以说，我们就可以把，所以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好，那既然我们要 read， 那我碰到我要 read 的时候，我就要怎么讲 ？load on the man， 在我需要的时候，我就把它伸出来。但是我们就碰到一个问题，我要把它伸出来，表示我要有能力去伸它。而我要有能力伸它，就表示我必须要让它是可以，我们讲 producible， 就是可以被生产出来的。那这件事情在过去其实蛮不好做的。以前我们会做的事情是，这件事之所以不好做的理由，我们再回来稍微再深入的谈细一点。这件事之所以不好做的理由，网页啊，你可以把它分成
我自己在分，我会把它分两种，一种是完整的，就有 head 啊、有 body 啊这些完整的东西；另一种我们把它叫做 partial， 就是片段的，就一点点 HTML， 然后或者是只有一些 JSON 的一些 object 或什么这种东西。你把它先把它切成这两种的话，之所以以前会难做，是因为我们以前的 HTTP 模型就是我戳上来，我跟你要资料，你就要回给我完整的 HTTP 啊、HTML 啊、Head 啊这些东西的完整的资料，浏览器才能够好好呈现。然后 Azure 兴起之后，我们开始碰到很多的 partial， 很多 partial， 可是 partial 会有一个很倒霉的问题。他所需要 CSS file 跟 JavaScript file 怎么办？比方说，我从 Azure 拉一个 table 的 HTML 回来，这个 table 需要一些特别 CSS 跟特别 JavaScript， 那你就会发现你需要 dependency， 你需要 CSS， 可能是预先写好，有可能是动态载入，你需要很多的困扰。然后这里面就会产生另一个问题，就是 partial 的管理问题。你那时候在是不是需要独立的页面？然后你在那些 CSS 跟那些 JavaScript 你要写一起拆开，你要怎么去管理这些 JavaScript 跟 CSS file？ 简单来讲，你的复杂度会变多。你多一个 HTML 块，你就先多一个 layout， 就是那个 HTML 模型，然后那些 CSS 要怎么放 ？CSS 还可以整到一个大致的，大家都用一样的，就算是比较好处理。那 JavaScript 没有那么简单，你还要一边搬一点台词什么，一边绑回死。管理问题会变得复杂，是为什么以前在我必须说，我们要把它生产出来，这件事是困难的，因为你有这些东西要管，而且你一个画面上，如果你真的写过，你就知道，一个画面上可能六七个地方到处都有这种需要动态小幅动态更新的东西，你后面上有六七个地方，然后你每个页，你可能一个画面就六七个爬球要管，然后我们记得根据刚刚的逻辑，至少爬一个爬球要求的答案是乘二，就一个 layout 跟一个那个，那你管就会管到皮笑。所以你 Angular 的模型是我 layout 就不要另外写，我就写在 HTML 里面，然后逻辑我也写在 HTML 里面，只剩下一些基本的东西是拉到外面去。然后以 React 的模型是，你就全部写到外面吧，全部写到 JavaScript 里面吧。然后我最后这两个策略最后只是要让它只管一个，就是只管一个东西，这是它的策略。然后 Primary 是一直都没有提到，它是这两个策略中相对比较该怎么讲，不好形容。但是 Primary 是好玩的事情，是它是要把刚讲的那个 Layout CSS 跟 Script 变成一个，变成一包，然后载入的时候只要载入一包，然后用 Table 来控制它。简单来讲，Primary 的目标就是 Web Component， 它最后会变成一个点 HTML， 然后去主宰这每件事情，就我不用分开读取，不用分开写入，它就是一个小小的单位，它可以记住它该做的事情。它就是真正的 HTML 本位的思考。这大概是几个比较明确的区隔啦。那之所以要谈这些东西，是因为我想要再回头，我们先把这些东西丢掉，我们再回头来看。现在的 Web， 就是想想看，你现在生活上真正的工作，你们现在真的有写到非常一个页面有超过可能它的官方 Azure 做操作超过五个以上，大家可以脑袋算一下，你平常在写东西，一个页面会写到五六个 Azure 以上，可以举个手让我知道一下。理解。那平常的画面基本上，就算 Azure 也是一两个，就拉拉资料而已。等级的可以选，大家可以举个手嘛。对啊 ，OK， 还是有些人。我要说的事情是，就我认识的啦，就我自己在台湾市场，或者是我在国外市场看到，我自己认识的啦，真的有需要用到 Angular 或用到 React 这种 Label 的 solution 的，真的没有想这么多。多数的时候，其实情况状况是你。需要的是一些你常用的东西，像是 dialogue 啊，或者说那些东西的。你需要有一套你自己的基本的 component， 可是说实话，你真的需要用到 Angular 这些系统去做整包的，其实不多。所以多数的时候，我自己认为最好的策略其实是我大多数的 HTML， 然后我需要的部分是 Angular 或 React。因
你一个画面上做在网页的一个目的是什么？给人看，而且网页目的是给人看的，所以它在 UI 的，而且基本上第一眼很重要，所以现在大家都会想到第一眼的速度，而且像使用者第一眼在 HTML 类的，基本上都能够看到多数真正重要的东西，而且这个在既有的 server side rendering 或在既有的 client rendering 的技术上都非常的成熟。那事实上有没有需要额外去弄这个东西，我也是很有很大的争议。那要说的话，有一件事情倒是蛮重要的是，可爱跟社会分离这件事情其实是要解决。可爱跟社会分离这件事情倒是蛮有趣的、啊。这件事情是简单讲，什么时候适合做可爱社会分离？然后我自己怎么看的是，什么时候适合做可爱社会分离？你可爱跟社会不是同源型的时候。大家知道为什么这么说吗？因为很多时候都以前的专案合作里面常常碰到这样的问题，大家被人拉出来之后，其实就是有问题的。但是进到画面之后，变成是开赛的有问题，所以很多人就会开始要求说：“好啦，我们就开之后分离，然后我们就靠 API 运作 ，API 有事是算你的，然后没有事算我的，这样合作上比较简单。然后在资料逻辑上，对后端人来讲，它是验证资料上比较容易，但是。”验证资料容易这件事情也不见得一定要非得透过开源的分离来完成啊。那有些人可以透过 Unicast 或透过一些 test 的一些技术去完成，但是前提是你有在写啊。那如果你没有在写的话，开源社会 API 分离算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逼你要把它搞定的一个方案。对，那但是我多种装置的出现也是导致开源社会分离的一个重要。是，这是一个好意见。刚刚我们今天在谈的是 pure web， 不过这一点也蛮有趣的。好，我再往下稍微把刚刚的那个脉络讲一下。零部件。嗯，没关系，反正我一直都，大家应该看出来，我都没有依赖它。好，那开车分离这件事情，还有一个有趣的，还有一件事情要深入的去谈，所以我先把这件事讲，我再回应你的问题。就是开车分离啊，不代表你的 client。不能再这么算了。我的意思是，有很多人谈看社会分离，谈的事情就是我用 JavaScript 去 call API， 没有规定你不要这么做，你还是可以用 server side 去 request server side API 再过来做事啊。我只要提醒大家这个程序不要忘记而已，就是没有规定你看社会分离就一定要过来做事。特别是有些时候，那个 API 如果是有 security issue 的，或者就是你不想要暴露出去，像是你的 key 啊什么的。不想暴露出去的时候，你有择局，就是你还是可以在看再叠一个 server， 然后再做 API 保护点，这是 OK 的，看你的需要。这个择局常常被忘记，我不知道为什么，但这个择局其实还蛮重要，特别在延伸上。好，这是一件事。然后第二件事情是，对，看来做 API 分离对于 mobile 跟行动装置的需要是显著的，因为简单来讲，讲白一点就是手机跟平板。不需要用 HTML 来呈现，大多数时候，它需要在我提交它自己认证、它自己的 list view、它自己的画面来处理，所以这一块在开源分离上还是有非常大的风险。好，那大概脉络是这样，大概有回答你的问题吗？那接下来我们要再往下讲，那在2014跟2015。2014出了 UCS2， 刚刚已经有稍微讲过，就往前进的方向移动。然后2015有另一个有趣的点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就是大家目标其实已经不在 Web 上，就是大家目标已经从 Web 移出去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是 Web 的事情感觉被解决了差不多了，大家想要用 Web 解决别的问题，大家其实想要复制 Web 的成功在其他面向上。所以我们看像这前几年的 PhoneGate Solution 啊，然后这几年的一些 Titanium Solution 啊，大家其实都试着想要用 Web 跟 JavaScript 统一全世界。因为 Web 说实话在 Application Day 取得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成功，十年来最传奇的语言吧。对啊，那2015年开始出现的是 React.js 的 Native Version， 试着要 JavaScript 去控制 Native Component， 然后 React Sense 去写这些东西。嗯，
目前还很难确定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啊，就是跟大家讲趋势，分享是趋势是往这边走，而且重要点是这里面最大的概念差别是什么？大家全世界人都知道，现在会写 JavaScript 的人应该可以算是全世界最多人，就是论 developer 人数，论会写 Web HTML 跟 JavaScript 的人，在论工程师人数，都不断的在快速增加，因为 Web 的需求量真的太大。那大家都很清楚知道 JavaScript 的简易性，所以大家都很试着想要把 JavaScript 的简洁推展推广到其他语言。但是 JavaScript 也不是只有简洁部分，就是简洁部分也不是只有带来好处，又带来坏处。像我自己在写 Node.js 的时候，有时候就会被那个 try catch， 只是写不完 try catch，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困扰。那就是它其实有它简洁带来的问题。那大家，但是大家觉得说，就回到最原本的那个 jQuery 对 prototype 的争议。如果说我能够简单的解决80%的问题，jQuery 就会干掉 prototype 的 UI。你懂我意思吗？如果80%的问题就是80%的 app 是需要一个 disk， 那我当然就可以简单的用 JavaScript 干掉这些事情。所以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我们在谈这些 solution 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想的点是这些solution可以全面性的支援到什么程度，可是我觉得真正应该思考的点是我的需求变化到什么程度。历史上已经有太多太多潜力在告诉我们，其实简单的事情，简单的事情，我们有时候只需要简单的事情，然后用一个很复杂的solution把它做得很复杂。对啊，那在未来有一件事情还没发生，但我一直很期待发生，就是学漏洞啊，就是。它有点像是 Pymire 的 solution， 就是它有点像是这个，它其实是这家伙的，这家伙其实在为 Shadow Dom 在做准备啦，所以就是它有点像它的技术规格上的支持。Shadow Dom 这个东西是我认为这十年以来，我在业界这十年以来，我现在最期待，而且我觉得它绝对会改变 Web 的一个东西，就是 Shadow Dom。其实让它解决问题很简单，很简单，还很简单。它解决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它在技术面上解决一个我们要做元件一直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是它的 CSS namespace 是独立的。大家敢听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所以稍微再做一些解释。Shell Dom里面，它是一个简单讲 Shell Dom， 它是一个表达出来应该是一个 HTML file， 它一个 HTML 档。在 HTML 档里面定义它用到的 CSS 档跟 JavaScript 档，跟它自己的一些 JavaScript 可以去存取外面的东西。那 Shell Dom 它表现出来最后结果会是一个 HTML 档，然后应该会是一包。然后你可以用一个类似 Spring Tag 的东西在画面上载入这个 HTML 档，它就变成一个 HTML Tag， 就应该在画面上做事。你就可以用这个 Tag 做你想做事。那我举一个例子，而且这个例子超过有，大家有没有用过 video tag？ 一定用过吧？ video tag 就是一个 shadow dom 在 Chrome 上，就 video tag 本身就是一个 shadow dom。然后大家有没有用过 input？ 那个 input 就是那些东西也都是用 shadow dom 做。Chrome 内建现在的 input 就是 shadow dom， 所以它里面一些内部影片，像是你 video 你点的，它会播放，这些东西你都不需要知道。但是你有影片可以听，因为它有接口。那种你未来可以自己设计，你可以设计一个类似的东西，然后你只要扣它一个 HTML， 你后面就可以做这些事情。那这件事情会让整个 Component System 变得很完整。所以我们现在缺的东西是什么？那为什么现在我们做不到这件事情呢？第一件事情，我们看，我们从几个潜力来看这件事情。我们看 JQuery， JQuery 在用一个 JQuery UI 的时候，你需要做什么事？首先，你需要先置入很复杂、很胖的一堆 HTML， 或者是置入一个 CSS tag， 置入一些 CSS class， 去标示说我这一区是我 component 要用的那一区，对吧？这第一个问题 ，HTML 太复杂 ，HTML 写的时候太复杂，要学会的东西太多，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要另外再拉一个 CSS 进来，我要拉这个 UI 的 CSS 进来。然后第三个问题是，我要
再另外拉 HJQUI.js。不要小看这听起来三个步骤，这三个步骤如果在你画面的，如果你有十个画面，这个步骤你不要做三十次。想象一下，虽然说我们现在可以用那个偷懒一点，你可以把它写在全站共用 footer 里面，但我们都知道这次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嘛。然后其实你要用 dependency， 你要 require JS， 这次也没那么好写嘛。你要管它，你要还要管你要不要打包，要不要去加号，要不要干什么的，没那么简单嘛。那而且这件事讨厌的是，它是琐碎，它不是难，它就是琐碎。可是这个琐碎的时间，你一个 team 里面，你十个人，大家都在忙这些琐碎的事情，大家每天要创造出一些琐碎的东西，不到一个月，不到一年的，就让就荒芜了嘛。这事情的问题的本质都不困难，我觉得这里面有趣的事情是问题的本质都不困难，难的是琐碎的事情交成之后产生出的结果。那。我觉得2015年还有一个东西，因为 JS 后来被提速有限了。被什么？提速啊，就是被 Google 这样子升上的速度已经其实已经快到界限了。是是是。所以他们现在已经提了一个 Web Assembly。对对对。然后 ASM， 我觉得那个在2015年是一个蛮大的。是啊，因为那个题目有点不太好讲。Web Assembly 这件事情也是蛮有趣的，不过 Web Assembly 其实如果我了解不是很多，所以概略讲一讲。JavaScript 的语言上有几个特性，它速度快不起来，就是它已经很快了。就是现在应该是当初写 JavaScript 的那个，也当初写 JavaScript 的没有办法预期到 JavaScript 可以跑这么快，可以做这么多事情的。它非常的简单，所以它的速度也不算慢，但是它有几个东西让它没有办法做到 real time 的，它在那个即时的编译跟执行上都还是有点困难的。我们举个例子，它的那个叫什么？那个 closure。所以你变数在 function 里面可以 code， 所以导致它在 optimize 上永远没办法做到一定程度 optimize。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有些东西一定要装在的时候才能决定的话，你但是不可能预先就做 optimize 嘛，你也没办法预先去做处理。但是如果说我跟 Lucas 跟你说我的某一个特定的子集，我就没有这些东西。像我甚至是，我就跟你讲，有些语法我就是有些东西我就是一定是整数，或者有些东西一定是怎么样的时候。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加速？如果我有一些简单的，它加速的前提一定都是我有一些预设，我有预设它有办法加速。就是事情该发生的就是会发生，你不可能没有任何没做任何事情就让自己变快，一定有一个理由。那个理由通常就是我有一些新的共识，那些共识可以让我变得更快，然后我可以牺牲一点东西换得一些什么。然后 Web Assembly 在这一点上，它其实是牺牲一些语法来成就它可以在其他语。它可以拿来变得更快，但是其实 Web Assembly 真正的重点，我认为来是变得更快，是抽出更核心的部分。那目标是什么？目标是要把其他语言转换到这个语言上来，然后 C 的东西可以 compile 成。以前在2015这之前，现在是一个联盟，在之前有一个东西叫 SM 点 JS， 它是在2013、2014年发的，我有点不太记得。雷神之锤一个很旧游戏，有编的 SM 在网面上跑步，一个 C。一个 native language 写的程式可以被编成 JavaScript， 然后被 coding 之后可以放在网页上让大家跑来玩。这是一个它的目标，就是我用有限的子集去转移不同语言到 JavaScript 上来。如果我最基本的 C 跟这种 native 的语言可以转过来的话，就 assembly level 自己可以做的话，那所有语言都不是问题。如果 assembly 可以被放过，如果可以做 web 上的 assembly 的话，所有语言都可以被编译成。JS 只是你 support， 比方说举个例子，我举个例子 support 一种，像我在 C 里面写需要屏幕的时候，我是真的去必须到一个屏幕 device 吗？我是真的必须到记忆卡去做一些事情，那些东西在 web 上没有所谓记忆卡，没有这些东西嘛，所以我必须要去帮他用 tablet 之后用什么东西去模拟出那个东西，它才会动嘛。所以那一块是额外要做的事情，就我要 coding 一样东西，在 web 上 coding 一样东西。可是如果我做到这件事情，我就可以把所有既有 native 的东西帮 Web 上来做，就是这，我觉得是 Web Assembly 真正的计划。那这件事也蛮有趣的，但是这是我不太懂，是因为这东西离我们真的想，就是这东西离我们的距离有点远，因为它变得有点像是一个工具型的东西。我举个例子，我最近在看这些东西，都会觉得这件事蛮有趣，像是转档 JavaScript 转，就是图片转档或什么。
或是 Just 个加密啊，我觉得 MD5 啊，然后 SHA-1 啊这些演算法，以前都是要之后再执行好。我最近像最近就很多什么 MD5 点 JS 要干什么之后，然后你可以拿去跑一些你以前跑不到的指令，可能会很 code performance 跟 performance 够好，但你就可以在 Web 上做一件绝对做不到的事情。对，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像是开阵列地图，可以让你更多的 command tool 或更多的东西可以用，然后可以把一些 application 跟 web 跨界连接在一起。但是目前为止，因为那一块 assembly 的 porting， 我觉得还没有看到完整的 support 啦，所以你能够 porting 过来的东西那一块路还是很崎岖。所以我觉得现在是可以从一些小的 command line tool， 比方说你看到一些东西，你看到一些东西在 latency 可能在 APT get 或什么可以装的东西就可以吃得到，但 JavaScript 有没有 coding， 然后可以把它拿来用，这是比较可能的方向。但是你就要真的去把那个东西搬到 网页上来，现在还是我觉得还是 geek 级的择物选，大概是这样。好，我知道我已经讲不讲就讲一个半小时，但是我还是这个历史课上的有点长，但是我后面还是有些总整帮大家把它总整一下。简言之，我相信大家累了。这十年来，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有趣的地方是 JavaScript 从纯粹的辅助，就是十年前纯粹的辅助，到今日它已经变成主角，就是要说是世界的中心，我觉得也不会太意外。那这件事情它在过程中帮 JavaScript 建了非常多的生态链，然后 Web 其实不断在演化， Web 经历了非常非常多阶段的演化，然后浏览器很多我们今日所想象的事情，在明日可能因为浏览器的改变、语言的改变，就变得更不一样。其实我刚才一直没有讲啊，就是 ECMAScript 的进程其实影响非常多，但是因为那一块抓不到正确的时间点，所以我一直没有把它放上去。ECMAScript 它改变了几件事情，像我刚刚特别提到 JavaScript 跟那个 ECMAScript 那个 ES6 真的是还蛮好玩的，大家可以开始准备进场。ES6 大概在我觉得大概在一两年内就慢慢普及。ES6 真的是可以进场，真的很棒。在 JavaScript 在 client 的 JavaScript 可能还有点时间，但 server side 的话你完全是可以进场 ES6。写起来真的很开心啊，真的真的。那等一下跟大家讲多开心。有没有多少人用过 ES6？ ECMAScript 6新版的语法没有吗？你也没有吗？真的吗？真的哦。那可以再跟大家讲一下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就是比方说你可以做这件事，假设说我一个 K 好，那我就可以做这件事。东西是我先有一个上面的 K 不重要，那是一个预设的 object。那下面的东西是我爸，然后大括号的理由 的用法是这样子的话，我里面的那个 AU 等于 K.B， 就是简单讲，如果这样写完之后，我就可以这样做。所以我可以印出 A 跟 B， 然后这个 A 跟 B 这两个变数的名字，我是 K.A 跟 K.B。所以我可以直接把它提出来，而且可以是提出的东西。那如果我用传统写法会怎么样？就会是，对，大概就是这样。这个我觉得还蛮实用的，就是平常感觉不到，但是在写的时候觉得超实用的。然后另一个，我觉得是有点有趣的表达，是不是这样？像是这个好了，像我有个阵列有1、2、3、4，对不对？我也可以表达说，就我也可以这样写，然后 A1、A2、A3 就是1、2、3这样。
一定会问我要试哎，他没有取就没有嘛。那这个东西在一些这个叫什么那个 discontract 就是结构语法，我觉得还蛮好用的。然后还有蛮多类似，然后还有那个 let 这东西也蛮有趣的。像是我们写 bar 的时候，有时候会有那个，我们不是常都会 bar i 等于零啊，然后怎么的？不过我其实我很少写 bar， 但是举例嘛，那比方我在这里 let m 等于 let j 等于零啊，虽然这个语法不是很好。那我们，然后我在这里 let j 等于 i 好，那大家预期平常如果我是写 bar 的话，我在这里点 log j 的话。平常如果是 bar 的话，大家都知道我在这里写 bar 是没有用的嘛，就是我如果这样写的话，我在这里 j 就会变成十嘛，对吧？这大家是理解的嘛，编制是理解的。但是如果我写 let 的话，那这个 j 会是应该要会是 undefined， 因为 let 的语法会让它只在那个 scope 里面，就是那个很长期以来一直用，它的时作会变成这样，它时作我之前自己用那个 BE 的软体，他自己实作的方式是长这样，他自己实作的方式是这样子，类似这样子的实作，所以他就把它锁在里面，就不会有问题这样子。嗯？对啊，就是他会实作成 local variable， 对，那蛮有趣的，这个我觉得是还蛮好用的，对，不过我们还是就是。JavaScript 从辅助到主角，然后它可以变成控制很多东西。这背后有几个有趣的意涵是 ，Web 越来越多人用，这没什么好说的。然后大家需要的界面的需求程度也没有想象中的复杂，就是 Web 能够处理的程度。然后顶多大家可能需要比较小心的，是未来的那个 3D 跟 OpenGL 那一块是大家比较需要小心的，因为那你想没有地方发展的时候，就往那边发展过去。对啊，就是这样。那JavaScript 从辅助到主角啦，然后现在主要它能够处理的，反正我们就知道画面能够处理的那些东西，就 MVC 三元素嘛 ，Model、View、Control 就不会操作这些东西啦。那只是大家的那个做的事情不太一样。View 的部分能够演化的范围就是 HTML， 然后未来可能加入 Mobile 跟加入其他各行行业。这里面有一件事情值得去讨论的事情是。写 JavaScript 以前大家都认为是写 HTML， 而且大家会觉得写 JavaScript 可以通用在说 HTML 的环境上，但这件事已经被打破了，因为写 JavaScript 可以用来写 Node.js， 可是很显然是你写 Node.js 的经验，然后去用在写在 browser JavaScript 是没有意义的。你学会 SQL 怎么写，跑得比较快，对你写 JavaScript 对你写 HTML 以外的 JavaScript 会有比较有帮助吗？没有太大的帮助。相对好，你要跟我凹说那个演算法或是 code 的写比较好，那我没办法。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JavaScript developer 的 domain 开始写出来，开始有区隔了。比方说你写 tenant 的，你写 tenant 是用 JavaScript 写出一个 iOSF 的一个 solution， 你写用 JavaScript 写 tenant 的，跟你写 browser 的有一致吗？没有。那我们再回来问一个问题，你写 React Web 跟你未来写 React Native 的两个经验会一致吗？听起来好像会，对不对？实际上我没敢跟你打赌一定不会。所以接下来的问题点是 JavaScript 会开始细化，然后大家的语法跟语言会很像，但它解决功能不一样，所以要累积的不是你对 JavaScript 掌握的有多熟悉，而是你想要留在哪一个 domain， 而你想要解决哪个 domain 的问题，这才是真正的目标。对，如果你想要解决，even Web 我觉得都还不是一个足够好的 domain。Web 上的那些画面该怎么放啊？那个是不同的产业不一样，那个才是真正的目标。对，要去累积这个东西。然后资料从伺服器到刚才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很微妙，就是这件事我一直到现在都还很难想清楚未来它会怎么发展。但资料的确在从伺服器转变到可能可以碰到的地方。就是大家都讲白话一点，就是大家都在做 API 啦、啊。对，那可是大家做 API 的时候，其实会碰到另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在做 API 的时候，其实附录了蛮多逻辑在里面的。
其实暴露了蛮多商业逻辑在里面的，而且让别人去对你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的风险也提高不少。简单讲，写都乱写，所以别人也看不懂。那应该理解我在讲什么。但现在都大家都很一致，界面都很一致的时候，大家都看到你在干什么，然后你的风险就提升了。我就觉得会不会因为这件事而走回头路？其实我觉得很难说。对啊，但是我觉得啦，现在大家应该越来越拥抱开放，应该大家都会觉得被别人看没什么关系。那前后端的分分合合啦，那我觉得这件事也是值得注意的。接下来有一个有一票的论点是要做所谓的 isomorphic， 就是有那个那是一个关键词，但它的核心精神是我前后端用同一份 code， 我前后端用同一份 code， 我有一份 code 同时可以做出赛，可以同时做刊赛。对，其实我一份其实蛮非常大的，非常大的。让大家看一看，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挖掘，可以拿来说明什么叫 isomorphic。举个例子，这只是一个 Node.js 的 Express Code。那大家看一下。这是我的那个 controller， 那没什么特别，主要是比较简单的。好，这一支是我简单来讲，它就是写 rank 的嘛，然后我就拉一个资料出来，然后拉资料出来之后，这也是 DAO 在做一件事情，然后拉资料出来有一个 JavaScript object 之后，我就把它丢到一个程式去跑，丢到一个 template 去跑，然后那个 template 也是长。像这样子的东西，它长得像这样，然后它就是从这里开始就是 React， 然后就是把 HTML render完之后就 render 到画面上，然后这一份 code， 然后我可以在上面写一些 JavaScript 的应用，给大家看有 JavaScript 的应用，他们可以。就以这个code来讲好了，我在 server side 会去 run 它的 HTML， 但是当然在 server side 不会有 event 的部分，因为 server side 不需要。但是到 client side 的时候，它会把 event 的部分自己办回去，然后它会自己把它办回去，还蛮好玩的。所以我这份code它的 event 的部分呢、啊，在 server side 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这是 React 的写法。像这个好 unchange， 我在 React 里面有写一个 unchange， 然后 unchange 换到这个 component 的社区里面，这是 render 一个 method 里面，这是一个 component， 它 component 的头在这里， component 头在这里，它是一个这样 create class， 然后把 method 写进去，一个一个写进去，然后像我刚刚在那里写 list 点 search， 然后就会导到这里来，然后这个是一个 event 里面做的事情，在 server side 的时候，这个 function 基本上完全没有用。这个方向只会在 client 在跑的时候被拿出来跑，然后拿出来跑的时候，它会在 client 在把画面更新。这次就跟 server side 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我在 server side， 我在画资料出到画面去的时候 ，HTML 是已经 render 好的，我可以用它 render method 把 HTML render 好。为什么？因为 render 里面并不需要我提供这些。不需要透过我的 event 就能运作啊，就是这里有一堆逻辑，它的语法就是把逻辑都写在 render 里面，你一定要把所有状态都在。简言之，你随时 call render， 都要能够重现出原本你想要它呈现的画面。React 的要求就是这样，你在那个元件的 render method 里面，只要给它一样的 state， 它就一定要 render 出那个画面。这是它要用它一个前提，所以它在这个前提下就可以做到 isomorphic， 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然后。Isomorphic 的另一个条件就是你的后端跟前端都受到很大的限制，对吗？因为要在 server 在跑的东西，然后 client 要看的东西，很显然第一个前提就是这个东西你的那个资料库的账号密码就不能写在上面了，啊，不然
看 server 都被看光光了、啊，不是吗？因为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所以他在看 server 都会有一些限制。然后另一个角度是，所以像刚刚那个例子啊，我就把那个资料存取写在他的 event 里面，可爱的资料存取全部走 event， 然后 server 带来的资料全部隔一层，在最前面进来的时候就处理好。语言扛工全部都不处理资料库的存取，然后有一些限制，所以我要谈的事情是，我们努力的把情况端分离，然后接下来为了努力要 reuse 这个东西，可以又把它 merge 在一起，感觉有点蠢。那这件事情是算是 React 跟那个 React 基本上也不太有人把它写成这样啊，我自己在看，大部分还是 pure client 居多。那我自己写这样，纯粹是我自己喜欢。然后另一方面是想试试看 isomorphic 的玩法是怎么样，它其实还蛮有趣的。然后另一个有类似 solution 的是 meter， meter 的玩法又不太一样。meter 的玩法是它会有个 meter 点 is server 跟 meter 点 is client 类似这样的东西，所以你可以用一个 if 判断，如果我在 server 的时候我就做这件事情，如果在 client 的时候我就做这件事情。然后里面还有另一个概念叫 Browser File，B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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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是什么？我们都知道是要做操作，不太方便把它放在要铺给客人的东西。可是如果说我有一个实作是客人的时候不一样，像是我有个 DL， 我跟客人实作是 HX， 我的时候在实作是去跟 MongoDB 或其他家跟 MySQL 捞资料，我可以做这件事嘛？那保守法是方便你切开这两者的工具。简单讲，保守法就是可能对那这些 require 不是很熟，但总之保守法是可以帮你分开不同实作，在 client 用一个实作，在 server 再用一个实作的工具。那通过这些工具，我们才有办法做到这一块的前后端同一份 code， 然后跑在前后端。对，但是我自己是觉得啦，就是真的在写 code 的时候，前后端合在一起是写很快，但是你限制很多，然后你要心里很有准备，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在怎么做。啊，前后端分开当然是写很慢，就是讲一下，就真的写比较慢，因为你要同时准备资料，又要同时处理这些事情，说实话是蛮，context switch是蛮大的。对，不过这个前提都是前后端同一个人写的，不同人写就是一定会 switch， 所以那个就影响不大。对，其实如果你要前后端一个人写的话 ，isomorphic 是一个方便的选项，但是就是你要有 sense， 然后要玩得动。那如果这两个条件没有满足的话，基本上不太建议。然后 CSS 基本上目前都是属于补刀的状态。那 SAS 跟 LESS 的话也在用，就是 project 上就有人在用 SAS 跟 LESS， 大家可以举个手让我知道一下吗？有的话是连听都没连过的。SAS 跟 LESS 的话是 LESS 跟 SLS， 看着没有红。好，那 SAS 跟 LESS 基本上是很方便，但它那个 precompile 的事情真的很快。对啊，像我们自己花的现在是比较简单，就是你可能开个软体或开始什么就可以就蛮好开的，这块问题比较小。那要不要用呢？坦白说还是挺让人挣扎的，而且 CSS 档案越来越肥，我也觉得这件事是一个问题，就 CSS 档案越来越肥。好，那整体而言，在今天的这个历史的介绍上，还是希望回到那一句话：如果你只是要做一个购物网站，然后一个购物网站需要dynamic的地方也真的没有那么多，然后我们也都知道 PPT 的特效往往只是一张 GIF 图，PPT 的特效往往只是一些 GIF 或一些基本的一些 extension。那这些东西你要用什么东西来做？其实基本上问题，现在问题都不在技术上，而且前那讲来你也用 native 也可以干很多事情，对啊。然后你用 jQuery 也可以干很多事情，你用 Backbone， 你用这一面的 solution， 每一个都可以做很多事情。但问题点在于说，我从我个人角度，我会奉劝大家几个角度来看这件事。就是第一件事情是你功能跟功能之间一定要切割干净。你每个功能最好能够独立运作，
知道可以理解我在做什么，就是比方说我会员系统，就是会员系统的事就不关别人的事，就是我会员系统不会跟我的，假设我一个购物者一个电商的一个平台，我在做商品浏览就是商品浏览，跟我的会员系统不会有太大的关联。然后我在做我的，即使我上面有一块是呈现我的会员资料，那一块也是他自己的事情，跟我的购物车会有太大的关联。我每一块，而且比方说像我登录之后才能设置的东西，或者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做设置的东西，这几块的状态应该是比方说 session 或者用，就是它上下的那个资料接口要干净，然后能够随时我在讲到这些测试或干什么，就是我彼此间应该要干净，在中间要以资料去分离，而不是大家都融在一起。就是我要测个 A， 要简单来讲，就是我在测一个子节点的时候，我需不需要经过 A B C D E F 才能够走到我要测这个子节点？这件事情要尽可能让它少一点，要让你的系统写的是你每个子节都是可以独立拆开去做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基本是你这个 single page website， 你这个 single page website 还是可以透过你核心节点的切分来达到这件事情。因为你，我们讲 single page website 其实我们核心概念，我们讲的是卡片系统。为什么？因为你 layout 展，你 layout 要么三栏式，要么两栏式，啊，要么就是整个 layout 换掉。你一定是有一个大的 layout， 然后抽左边那个换上另一张卡，抽右边那个换上另一张卡。通常都是这样，像 Gmail 来讲 ，Gmail 就是左边那一个卡是一样的，右边你不断在抽换嘛。所以右边就是清单，好抽上插上清单张卡，然后我换成写信，我就把清单张卡抽掉，换成写信张卡。所以 single page website 基本上我自己认为啊，除了游戏以外，大部分都是卡片系统，就是说画面上这个画面这一块刮掉换别的。这块挖掉换别的，那在这个前提底下，卡片系统只要卡片的核心不要写太脏，够独立的话，你要能够自由抽换，基本上相对容易的。只要能够做到这件事情，坦白说，你用哪一个跟 Word， 基本上你一个地方讲一点，就是你脏就脏一个地方，你不要去脏，就整个花就一起赔进去，这是核心刑法。然后有些东西是比较难去说，你要。怎么切的？那我举个例子，一般网站上上面那一条跟什么公告栏或是右边会浮出来那些鬼东西，通常是会跟所有东西粘在一起。有些时候就是你举个例子啊，我内容点的购物车，我上面购物车马上就要加印，对吧？正常见啊，这种首选很常见，它不常见。如果你没有碰过的话，那也是运气好。对，有些东西是需要跨区域去处理的，你就把它写得很脏，就是我这里按了，然后后面它按了，我就标题上去舍得得到它，然后把它加一，拜托不要这么干好吗？你理解我在说什么？就是基本上你在设计网页的时候，我们会建议是以网页的内容区块为一个单位，那个区块的事件发生在那个区块里面，要往外要跟那个区块以外的人做事的时候啊，基本上我们会建议是用 POSTOP 的概念啊，现在这个已经蛮普遍的，就是我上面那一块，像是购物车那个事件来讲哈，我能在画面上的中间按了一个购物车的事件之后，我应该是对我的上层单位，可能设定一个可能是 Window 吧，可能 Window 发一个 event 叫做 Add Cart， 然后把我 Add Cart 的东西丢进去，然后我发讯息的人就没有我的事，对吧？从我前面角度来看，发讯息就没有我的事了。那上面的购物车或者是什么鬼地方更新呢？你要自己去听那个事件，自己去处理后面的事情，不要中间就分开了。我们要以这个原则，就是我发事情，我发讯息出去的人，跟我收讯息的人，两者除非他真的很有正相关，不然就不应该站在一起。这些基本的原则，其实你有把握到，不管你是 single page website， 以现在的择物选择而言，你要 React， 你要 Angular。去做一个 single page website， 基本上难度都不太大，但是你能够写的口忘词好不好，那个就是时间淬炼。但是你会不会一个写烂，就让整个团队的人栽进去？这个我已经，你要面试写这样一个系统啊，你要花好几个月，就是可能要花半年一年去做一个这样的事情，就完整的做下来，放在 API 上，可能半年一年跑不掉。但是要面试，你到一个地方开始脏，之后就维护它就好几年，你就要跟它。格斗很久，但是如果你这件事有做好，它有什么好处？你未来局部坏掉或局部脏掉的，你直接把那部分撤掉，重新放回来，甚至继续。所以开发软体开发 Dynamic Web，
我自己写这么多年下我自己的感想的事情、就是你要让自己的是有单元性的，每个区块跟每个区块是有一定的切割的，然后当你东西坏的时候，不要急着想要整个专案全修，修坏掉的部分，然后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叠在上去，因为你要是零件的拆装，那才是真正的dynamic web， 我觉得是核心的精要啦。那现在大家都是，有些时候我看到一些网站是大家都把所有东西都写在一起，一边放在一起，东西都写在一起。OK 是 OK， 但是就是长期来看，你要改就整一次，想砍掉重练，因为没有人敢砍里面的东西，也没有人敢加里面的东西。对啊，我觉得这是真正里面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它结构化、元件化，然后去处理这些事情。然后回到我们今天要解决的那个问题，你今天该怎用？就可以该怎样 Vue.js， 该怎样 React 来解决你的问题？我觉得看你手上的专案，看你手上的专案需要跟你需要解决的问题，它其实没有哪一个就是万能的。而且讲难听点，用 Vue.js 写是很花力气，用 Vue 写是有 Vue 的问题，而且你还要看你团队的能力的问题。不要急着去追，不是说不要急着去追新的技术，而是说不要急着要把自己不熟悉的东西运用到自己的专案里面来，这才是我真正想讲的。然后网页历史已经改版了非常多次，它变革了非常多次，然后每一次为了解决问题都跟环境条件改变有关系。然后但是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需求端除了手要支援手机以外，基本上支援手机这件事情是一个有趣的空间，就是我有限画面里面能够呈现多少资料，但那一块其实说实话不是我们烦恼的事情，那一块是视觉设计师在烦恼的事情。只是有限的画面里面我们到底要塞进多少资料，这件事情基本上比较不是我们的问题啊。简单讲就是他们开设规格，我们一定做得到。对啊，那如果说那是你的问题的话，那也是一个有趣的方向，但是就是视觉规划的问题。那其他部分来讲，目前除了 component 这一块的路线比较清楚以外，其实说实话，没有非得要用这些 framework 不可的理由，看你做什么。那如果你想要做 dynamic 非常 dynamic， 然后非常漂亮的东西，那你可以用，但是就要想想那对你真正表达成效果是什么。其实 always 有一个取舍啊，那这个东西不要把它变成宗教式，你一定要用什么，一定要用什么。我碰过好多最近半年超多人来问我，到底要用 Vue 还是用 Backbone。没有，还叫那个 React， 我就说，你要我推，我一定推 React 啊。可是我真的想问的事情是，你的专案到底是有多大，就要用到什么东西？你知道我以前在元件公司，我现在 PK 上班的时候，我们的 client 真的有到几百个画面那种等级，然后工程师几十个人，然后真的没办法，因为你不用一个 framework 真的管不动。等你到几十个人的时候，你不会个分末的，然后跟大家讲，就做这一块，就做这一块，就做那一块的话，真的管不动，因为太可怕了。大家都乱写，像看每个人都这块到处抠来抠去，然后鸟来鸟去的时候，那就很恐怖。那个时候你才需要这个 level 分工，因为大家各自把各自的东西写起来，大家组装上来就好了。可是现在的 project， 以现在我们碰到 project， 大部分都是小小的，而且区域性的，对啊，就是有没有需要用到这个东西，我真的是大家再好好想想。对啊，其实问题没有大，好吧，那先讲到这，大家休息一下，拜。
这个是那个面见的简报，简报。
对到天的那份，干这个真的好久。电脑借我一下吗？好，可以。方便就好。借六分钟。给场地的人介绍一下。我们需要六分钟。刚才介绍吧。Hello， 各位大家好，加入大家一点点时间，因为嘉伟这边给我们一点机会跟大家宣传一下，就是这一块场域，因为应该有一些朋友已经透过社群的方式有之前有机会来过，就是 K Square 这个场地，那也先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持续这个场地由台湾产学策进会在负责做营运。那我希望说这个场域可以提供一些机会给一些独立开发的团队以及社群来做运用，所以目前有跟几个社群有固定在做一些合作。那也希望说，如果说你是有需要独立工作空间的伙伴或者是团队，随时也都可以过来 K Square 来使用这个场域哦。那我们平常也都是上班时间一到五都会来做开放。那如果说想要跟我们认识的话，我们办公室就在后面。如果说有机会的话，都可以来跟我们认识一下。那现在就是今天这一场，我想也是一个机会，就是让大家有机会在这边，就是跟我们做一些基础的认识。那也可以再结交一些朋友，也是目前这个场域，我们希望说可以对一些独立开发的工作者，或者是像不同领域、数位内容领域的一些团队，或者是技术的团队，都可以来做一些交流的一个部分。那接下来是黄 Martin 吗？那希望大家在这边都可以玩得开心哦。好，那个我就很厚脸皮，因为刚刚 Pony 有讲到，我可以上来分享一下，所以我大概就分享一下东西。这一台啊，是那个玩具批发那个买到的，300多块钱。那 JS 可以做什么 ？JS 从前端跑到后端，我跟各位报告一下，它现在跑到单晶片里面。我们其实是把里面的机构把它拿掉了，然后呢，我们现在是可以直接做到用 JavaScript 跟 HTML， 我就可以直接控制这一台车。放地上啊？放桌上有点危险。所以你看啊、哦，这个是 iPad 哦，所以大家知道 iPad 上架很麻烦，对不对？可是因为它是纯网页的，所以我就哇，没电了。跑小一点吧，但是它真的会跑，而且。反应很好，速度很流畅。也就是说，它基本上就是把Pony Vivo 啊。我只是想拿摄影机拍一下。你问啊，我看看。啊？走 WiFi。走 WiFi。而且你要是拿了，注意看一下那个遥控机其实是 JS Speaker。你让它走一下，我录一下。好，后退。现在变声控了，后退。驾驶技术还不错，倒车入库啊。OK， 好，它是纯粹用 HTML 的方式做的。那刚刚 Tony 有讲到一个，他有讲到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我一直很看好元件化这样的概念，元件化 component。所以那一个网页里面，其实我们是用 Web Component 做的，就是那个 Polymer 的一个，它在今年在 Google I/O 开发的大会，它有把它抽出来变 Web Component。它其实 Shadow Down 就是里面的 spec 的其中一个。那它跟之前 Tony Q 当中有提到，说之前没办法解决，为什么后来可以解决？因为 Shadow Down 这些东西已经变成是 spec 的话呢，它会由浏览器来实作，而不是在 JS 那一层应用，而是在浏览器里面去实现这些事情，所以会差很多。那这个东西本身呢，它的好处就是。我直接是用网页的方式呢，然后跟 JavaScript， 所以我可以任意的去改这个 UI。那大家知道说，像 JS 从前端跑到后端，其实我是跟大家报告一下，它其实也可以，它现在也已经跑到晶片上去了。那个就是 Arduino， 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单晶。那我们现在就是直接用 Web 技术呢来控制这个单晶片，用纯粹的 JavaScript， 所以它完全不用更新就可以直接用。所以其实。为何可以做到什么呢？就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啊。Arduino 本身它是要写 C 跟 C 加加，那我们都是为何的开发者，好，还有 Enjoy， 这是 Enjoy 的。那
那基本上我们是用 Web 的角度来解决 Arduino 这件事情，也就是我们把这些原传感器全部都要变成 HTML 的标签，也就是 Component。那变成 Component 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用比如说 LED Step 等于 R HQ， 它会自动办起来就可以亮起来，哦，马达旋转等等之类的，哦，所以简单我要分享是 JS 呢，现在除了前端、后端，其实现在连单晶片都可以控制了。好，哦，OK。哎，对哈，哦，我刚刚先拿这个，就是要讲这个架构的。对呀，啊。我，这里有提到我们最后一个 component 做的这一张啊，不过这张过时了哈，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它。我们之前是用 Web component 包那个 breakout， 也有外那个国外一个还不错 open source， 它是那个 breakout， 它就是有串 Node.js， 然后走 cable， 然后再走那个 WebSocket 的方式跟前端浏览器沟通。不过后来我们发现它有些做的不太好，我们后来就自己把它改掉了。我们现在直接走那个 MQTT 的 protocol， 所以那台车子其实它就是一个物联网的概念。我本身的 iPad 呢不是直接去控制那台车子，我本身是透浏览器呢是走 WebSocket 传送到云端，然后云端呢再走下来去控制那台车子。这样的概念就是说我在家里也可以控制这两个公车。所以现在如果再有微博 RTC 的话，其实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再创微博 RTC 的话，不然就在家里遥控那个办公室的车子，应该会很好。那你我们可不可以下一步，我们可不可以玩一个游戏？现在从现在开始禁止说云端跟 IoT 跟大数据。哦，从现在开始不能说这三个字。对。好，所以它的协定就是走 MQTT 这样子。哦。OK。MQTT 是谁家啊？是几年前有人提出来。对，但是它不是 MessageQ， 它就是更精量化的封包，比较适用在，突然不能讲 IoT， 我要讲什么？太狠了。装置连接。比较适用在那个小装置 CPU 运算能力比较弱的情况之下，用那个，因为它最那个封包最小两个 byte 就可以传。哦，你知道 MQ 它的黑的 body 其实要几十个 byte 以上，哦，比较不符合那个效率。那，啊，这里其实有一点，通力玉刚才有讲到的，我们的 code 其实是可以直接在 Node.js 跑，也可以在 browser 里面跑，因为我们当初设计上就是故意要让它在 browser， 或者是因为有些情况你是在浏览器去控制，可是有些情况呢，你是会在 server 上直接控制的，好，所以我们就把它设计成它是直接可以 porting 的方式，直接把它弄过去，它就直接可以跑，因为里面就写个 data 把它转过去这样子。先把它转过去。欸，好了，我就分享这样。那你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我还是没听到你怎么把机器改成可以跑。怎么把机器改成可以跑的？车啊，车子的。我直接把它拆起来。它里面是一个 WiFi 的晶片，哦，是一个 WiFi 的晶片，然后我们写韧体。烧进去，让它走 MQTT 的 protocol， 然后走协定之后，它就直接传连接到 server， 没有讲云端啊，连接到 server， 然后呢，前端再走 WebSocket 的方式跟 server 通，所以整段路就串起来了。我问它的即时性非常的好，为什么？因为其实今天早上我要去参加那个另外一场是那个 IC Shopping 的一个创客来吧，一个 Maker 的制造空间，欸，我们高雄有制造空间的。啊，我去参加那两个，那个黄老板就事先跟我们讲过说，哎，欸，那个有学生啊，用联发科的板子做一台坦克车，还会喷水这样子。我想说，哇，那现在就是要 PK 就对了，我就带这台车去这样子。结果去那边之后，很好笑，你知道吗？那联发科的板子呢，也是走 WiFi， 然后不能动了，因为他说那个联发科是要连传，要那个联发科的板子呢要连接联发科的 server。然后呢，它的速度是秒级的，秒级的根本没办法做到即时性控制，好，所以因此之下呢，我们就不用比了，因为它连动都不用动，都不能动，然后我们是可以动得很顺畅。我马上卖 take a blue， take blue， 啊，没有，哦，你说 Linky 的，哦，Linky 其实有买我们的板子，可能要研究吧，哎，好，那就这样，那这样我有没有解释到？啊，那他怎么？控制器直接板子，就是板子直接透过 IC 走控制大电流，它其实就是控制数位讯号就好了。哦，所以说其实是
你接上电，马达跑了，它就往前走；然后你断它电，它就不走。原理是这样吗？对，然后你要是反接电，它就倒着走。嗯，哎，只有马达可以正转，也可以反转。所以你是控制电流流通，我可以这么说。对，就可以说就是控制讯号了，就是一个 byte， 我们就控制一下几个 bit 代表是什么样的状态。可是回到机器本体的话，因为没有改它，你没有改它本体的后端，就改变电流。事实上，我们把它整个 IC 板拿掉了，这块板子是我们自己用动动板焊上去的。所以我们等于是把那 IC 板拿掉，因为我不需要再走 RF 那个设定了，哎，我是只走 WiFi 了嘛，所以我其实只留下它的马达跟它的机构这样子，哎，对，啊，用数位信号处理控制。我必须要说它是电子科毕业的。哎，对，没错，那其实这没有很难的。好，还有没有问题吗？有没有什么的加工上，请说。板子要用买的，谢谢。我可不可以简单一点，我只控制电池就好了？控制电池，我只控制电池的供电就好。我把刚刚 Q 它放，然后我控制它的。可是你这样子，它只能走单一方向啊，因为你左右走就是要正负电了、啊。一定要供电。对啊，不然你要控制四颗电，十二颗电池，三颗控制前进，三颗控制后退。哦，那车子会很重。对，那个 Arduino 是我们做的啊，我们有在卖这个板子、啊，对。对，我们是 WiFi 加上 Arduino 的晶片，这样我们勒一个板子这样子，哎，对。所以那个东东板是？没有没有，这个其实是属于我们的 prototype， 我们有正式在卖的板子，是工厂 PCB 勒出来的。剪一支那个 Arduino 负责是那个 space 啊，跟硬件部分，但是板子是让自己做的。对。就是板子那个 prototype 部分是参考我们上面那个 open source。就 POGO 都是参考别人的，然后但是实作我跟 Ingrid 这边全部都匹配，有点像是一个 API， 一个 interface， 然后自己 Ingrid 的那个感觉，很清楚，是。但马达短缩部分有办法控制。这个马达，是不是可能加大电压可能有效啊？就是直流马达而已。这可以用低打出来。可以，它我们的板子有支援，就是 Arduino 啊，它有支援 PWM， 它支援六个 PWM， 所以是可以的。好，哎，请坐。那个，然后这个是我是用 HTTP 网站。不是，HTTP 也是啦，浏览器跟 server 之间是走位 socket 啦，下来的是走 TCP， 然后是走 NQTT 的 protocol。这也要再科普一下 ，web socket 不等于 socket。啊、哦，对。但是它可以做到很精简的。所以说，它是执行，它不用做 call 的动作。啊？对，它是送到server再送下来。它不用 call， 因为我打给它连上去就不同了。它是用连的。对，它是一直通双向的，哎，双向的，所以它可以做到及时性很高。OK， 好，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好，没有就。这样超过。请参考 Web Arduino 官网啊。我是分享，其实我主要分享说 JS 可以做什么，它只有跑前端、跑后端，它现在可以控制单晶片的。对，所以有很多事情以前单晶片很难做到的，我们现在很容易就做到了。好，谢谢各位，好，谢谢。谢谢啊，各位。好的，好的。其实 Mali 以前就做那个 Web Component Web Build Web 上的 Builder， 就是 UI Builder， 他以前真的写 Web 了、啊。对啊，对。不过我不知道，我一直到最近跑去搞电脑之后，还知道原来他是电子科的。对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有大概一点点的时间。哎，我们觉得我们这段时间大概开放自由提问好了，大家有没有什么特别想问的？跟前端跟 Web 有关，大家有问题就可以问。Q&A 时间大家聊一下吧，有没有想问什么？对啊，随便问。好，那没有问我就自己来问。在做多少日语写是工作上会写到 JavaScript？ 不少。那没有举手的可以告诉我们平常是大约是做什么吗？大约除了路过来就是陪亲友来的那个可以跟我讲的东西。那有没有其他的类型的？对啊，那
那边那个中间上会到那个，就是你，就是你，对对，这样。啊 ，iOS、哦、OK 好，那有多少人是那个 mobile developer iOS Android WP？ 有多少人是手机的开发者？哦，有道理，我都忘了今天是来 Android 的。啊，很注意啊！讲到这，我就突然想聊一下，有多少人有最近有听过或用过 Parse.com 的 Parse？ 对 ，Parse。对对对对对。好，大家可能不太理解我在说什么，开给大家看。嗯，开过了。好，基本上我要说的是，是它很难用。啊，还是不要看人家玩笑，等他被骂。不是因为我最近在用啦，发现其实最近它开始有人在教，然后也有些人在说，然后自己是用了一阵子之后，我也有帮他推过一阵子，然后我又觉得有点辛苦，就算了。它是一个蛮有趣的产品，它可以帮你做。它有点像是用我的比方来说，它有点像是一个 NAT 加 SQL 加 MongoDB， 就是它有点像 NAT 加 SQL 加 MongoDB， 对，因为它出来的东西就是它的管理就是一个，它的管理就是一个 database， 然后你可以在上面写 code。其实，但是这个 data 是 database， 所以你有看这里有 user name 或什么，你还可以加栏位。它是一个有点像 MongoDB， 因为它是动态的，你可以自己加栏位加什么，它是一个类似这样的东西。然后你可以在上面写 code， 你可以在上面写用它的工具写 code， 可以写像这样的 code， 然后它就可以做到像是我有一个 table 叫 to do， 然后就可以 new 一个 to do， 然后再 title， 然后 save， 然后就在交互多一个栏位。然后你还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response 传回去，说你已经存成功了这样。所以它这边有点像是一个 API， 像它这样就定一个 API 叫 add to do， 那你就可以用 key 跟东西连上去，然后就可以帮你做一些事情。然后它优点是它帮你 host， 它唯一也主要优点就是它帮你 host， 就是 database 它帮你 host， 都要帮你 host。然后如果你想要做 web 的话，它有一个资料夹叫 public， 你把它放去，它就可以有一个。网域可以在上面放你一些公开 HTML， 所以它连 HTML 的 hosting 也帮你做，所以就是大概一个简单的开到 server 首选。但我刚刚也说了，它有点难用，但它难用的点在哪呢？它没有办法让你在 local 做 development， 所以你一定要连上它 server 去做 development， 你一定要连上去。那连上去就会碰到几个问题嘛，第一个就是你在上面的讯息就会很复杂。然后他给你一个工具，让你可以看上面的 console， 可是他自己的设计一些问题，让他变成是说，他每次执行的时候啊，不一定是执行最新的版本，特别是你刚 push 上去的时候，所以有时候你在测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版本混在一起。他会跟你讲是哪个版本，那还是很烦。然后你写 console 点 log 虽然会印出来，可是很多时候他常常就是不是照你所想的那种方式印出来，然后只要碰到 error 在那边 debug 半死。啊，有时候还不是你的问题，是他的问题。那我自己是之前就有一个专案写，用它写了一阵子，就觉得好累哦，就还好。就是那个 deploy 跟 deploy 的部分实在太麻烦，然后 debug 又麻烦。对，但是是一个有趣的东西啦，就是刚好提到很久，就特别看一下。对啊，那。我必须要说，我之前来高雄的时候啊，这一次大概也是数一数二啊，让人觉得高雄果然是有成长，真的让人开心。对啊，我自己是嘉义人啊，所以我自己也蛮想回来的。对，那大家有没有什么特别想问的？就是各种的问题，没有哈？那边先 ，Marty， 谁有机会可以问我？
忘记一题。这个问题如果要我回答比较白目一点的话，我会说请大家自己发报销位置。哈哈哈哈哈！他们真的把社会一点感受都拍出来，包含拍照啊什么的，对啊。但是现实面来说，我觉得这块社会圈是简单一点啦，这就是 coding 嘛，就是 phone gap 整些年大家都在 coding 这一块嘛。那 coding 的问题是什么？有新的 device 比较白目一点，就必须要一个一个去 debug。那这一块就是讲难听一点，重视讲好听一点叫重视层层，讲难听一点就是当别人踩过去之后再来用就好了。在那之前就是 bridge solution 啊，简单来讲，你又没有任何 solution 要求你一定要 pure 的 web 啊，对啊。even 是 phone game， 它也给你空间上去写那些东西来跟它解决，简单点也一样。所以那一块就是需要之后自己 code 啊，不然怎么办？对。那而且事实上，我觉得真的用 web 去打到主体的情况，不如想象中多啦。通常都是主体是那些 app， 然后局部这种 web 的方式也是蛮不常见的。对啊，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对啊，然后，我想特别调查一次，有多少人写过 web 之后跑去写 native 的，或反过来的，就是同时有 native 跟 web 的开发经验。那大家觉得在 Web 的开发经验对 Native 有没有帮助？在 Web 的开发经验对 Native 有没有帮助？大家觉得？我自己是觉得对那个 API 设计的那一对 API 应用跟操作那一块是有蛮大的帮助的，但是其他部分就还好。那大家有没有觉得那个 Web 跟 Native 需要的 API 其实不太一样？有没有这种想法？现在主流是 Web 跟 Native API 是同一套啦，但是我最近有在想，我觉得 Native 需要的 API 跟 Web 需要的 API 好像不太一样。因为 Native 跟 Web 最大的差别是 Web 它的那个叫什么？那个 Local Storage， Web Local Storage 基本上限制比较多，问题比较多。可是 Client 在所谓的SQLite 或什么，它的空间跟 ability 都比 Web 好很多，所以他们两者在 sync 资料或者是在储存资料需求都不太一样。那在 API 上，我觉得这一点上，我对自己在设计 API 的时候，我自己是有一些反思，是不是这一块是 Momo 是值得有不一样 API 来简化问题？对，这是我最近在想的事情。那大家有什么想问？继续。大家有幸运在自己的工作上选用 Angular， 会不会这样问好？已经用 Angular 或 React 的 framework 在开发，你可以举个手让我知道一下。没有？那你觉得你以后有机会用到的？好，太好了，恭喜大家都不用陷入这种问题，对啊。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有，我有个问题可以问，可以问吗？可以啊，可以啊。你觉得会 component 本身可以直接放到 Angular 或 React 里面让他们用？毕竟那只是元件化，那也不是框架。我觉得我考部门跟其他人的，如果你自己 tag base 的角度来思考，就 tag base 的话，那他当然可以跟所有的 framework 都会了。虽然现在我们说 React 是有些障碍，就是说 custom HPU 的那一块是有些障碍，可是我觉得。那个只是 spec 允许 ，hack 我干嘛都做得到，不是太大问题。只要那条路是大家认同的通的，他随时都有人会帮他开一条路。所以认为 Web Component 在既有的 Framework 的整合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因为讲难听点，既有 Framework 也是跟 Take 做整合啊，这边是一致的。既有 Framework 就跟 TRTD、Table、DIV、Video， 简单讲 ，Video 是 Take 能放得进去的。Video Take 能够放得进去的，或者 Component 就没道理放不进去啊。只是像 React 之所以会是问题，是因为为什么？因为 JSX， 因为简单讲 ，React 为了资源，为了把所有东西都元件化，所以他帮那 Building 的那一群 Component 全部建了一组对应的 Component， 像 DIE、像 BR， 它其实在 JavaScript 里面对应的 Class， 它是为了他们特别 build 一个这样的一个对应的 Class 去。
所以说如果你新的 component 那一块需要自己建，可是我觉得问题不大，就是那一块就可以处理的问题。对啊，那就还好。所以我觉得问 component 一定会大幅的改变我们所认知的事，这点我非常非常非常确定。因为以前我曾经在接近过 component 环境下工作过两年啊，我自己是觉得那个舒服跟开心的程度是真的是玩过的就一定会深深的相信。给大家看我们那时候的课，有画画这个网站给我做。这是 server side 的 code 啦，但是还是有些东西可以看。我们看原始的版本就好。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 sample， 它有东西就是一个 window， 然后这个 window folder 有 title， 然后它有一个 controller， 不过那个就不管它，然后里面有一个 DID 的一个 button， 看起来简单，但它跑起来是可以来看它跑起来的，就是一个 window， 然后有 title， 然后有内容，然后有 button， 就这样。可是说是就这样啊，但是你去看它的 source code 其实还是蛮复杂的，就是光是要这些东西，它就有需要一些 HTML 来处理这些问题，那就会有一些 HTML 去帮它处理这些有没有的问题。那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简单讲，一些常见的 tool， 它可以常见的操作，它可以有一些东西来帮你处理的话是。写起来会是蛮愉快的，然后这种东西你还可以随时抽换，很低成本的，就是低成本到只是载入一个点 HTML 的程度的话，那其实是蛮舒服的。现在问题点之所以现在对component这么抗拒、这么恐惧，纯粹是因为我们活在要载入一个元件，要先写 HTML， 要先载入 CSS， 要先抓一只 JS 进来，这件事成本对我们现在来讲太高了，纯粹是因为这件事的成本实在太高了，而让我们非常的抗拒。用 component， 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点，就是不同的 component 还有可能相冲 ，CSS 可能会相冲，然后你外面 CSS bootstrap 跟其他东西或者是什么，很容易就不小心撞到，然后撞到你要解决 CSS 相冲的问题就很烦，而且大家名字跟你一样，因为你大家都一起叫 table， 大家一起叫什么什么归义，对啊，那个才是真正的问题啊，就我们现在的元件的环境实在是太烂。元件环境开了之后，这一块我觉得是空间是大的，对吧？那你要什么？你 Firebase 有用过？有啊，用过啊。你分享一下你看。我之前用过的版本，我觉得现在是不是这样？以前我当时用 Firebase 的版本是在 Secure 的那一块，它的限制是你给它 Key 嘛，你给它 Key 就可以存取，所以它对 Table 那一块基本上是不太设防的。我当时认识是这样。那我会拿它跟 pass 比 ，pass 基本上它也是 code， 它也是 key 嘛。那但是它是 call code， 所以你还是丢到参数，你在 server 再传一传之后再丢回给它，而不是直接让它空 database。我对让它直接空 database 这件事感到非常的有疑虑。但是我刚刚提到，我们刚刚在前面那个 talk 的时候，我一直提一件事，就是 API 不见得一定要用 client to request。所以如果这件事是搬在 server side， 我 OK。就是如果说我是互学 API， 然后 server side 去 call Firebase 当它 database， OK， 我 good， 我 OK。但如果你是 client 直接顺序 Firebase， 就我粗浅的，而且那已经是两三年前的影响，我是不太放心的。那我不确定它后来有没有改版，因为没有那么多力气追踪每一件事情。对啊，真的是没有那么多力气去看每一个花费后续到底怎么动，你知道吗？每一年都有新东西在出来。不过还好是 Web 这一块，对，不过还好 Web 这一块是这两年就慢慢收敛。来，你说的是针对 Event 的 Depend， 对不对？是。
测航控，所以你已经前几年知道有航控了吗？我的意思是，你前面进来的环境条件是什么？对。所以你已经知道有个按钮，你画面上可见有个按钮，然后一个。对，我知道，我知道。是一个有趣的问题。那一块我记得有一个死路曲，可是我已经有很久没碰那一块，我想一下。应该是这个。我记得是。在这，刚那个东西可以。就是你其实你可以对里面的程序都不会碰，然后里面应该可以追得到你要追的东西。如果我没记错，这个真的是有点久没弄。就是在那个 Chrome Debugger 里面，它右边底下。有一堆微控，这里有几个有趣的东西，大家可能平常没在玩。第一个是，你可以随时暂停去看你下一个正在跑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你可以暂停现在的 game， 然后它如果下一个 JS 被控的时候，你会马上被发，你会马上被 stop。这个是比较少用的，因为通常背后都是一些摄影灯或干嘛的，所以这个没什么意义。但是有些时候会很好用。然后另外有一些是有一些微控的是。是像 HT 像那个 HX 的 waypoint， 你可以去设说你 URL 对某 URL 发 request， 然后再停下来。然后还有一些像是动的，然后 event 的，这些基本上都可以用的。那就这样。这一块是平常可以多玩，但是，真的是好问题，还是直接写code测试看。不然自己讲出去的话，测试看一下是不太可行。这很简单，很简单就可以测试。好，可以一个。然后好的，哎，我是一个实战派，这大家应该都看得出来。以前还有另一个子族群是它的动的 property 的某一个特别的 inner property 都会把它里面 handle 的记录下来，然后 jQuery 也会做这件事，所以以前有我以前在玩的时候是从那边去挖，对，可是后来觉得这样实在太搞纲，就很早就做这件事。通常我自己是策略面上，像刚刚讲的那一页东西都写在一起，这是一个方向，然后另一个角度是有 JS 的啊，我通常 CSK 都会多一个
会多一个 class 的人 JS dash 什么，去帮我辨识说那个东西是我用 JS code 的，然后在 JS code 的时候我再去搜那个 class name， 我就知道到底是谁在教他东西。对，那通常反正我通常因为我自己的开发习惯是，如果是小孩，如果那个东西上面没有 JS class 的话，我一定往上面找第一个 JS dash， 因为我的习惯是大的会去处理小的事情，所以我上面第一个一定会处理他的事。对，所以在我的习惯上，这件事情是很好处理的，所以我在这个问题上影响是不大的。对，这其实是开发习惯的问题。大家有什么别的问题吗？然后我自己在写 code， 顺便再提一点，就我自己在写 code， 我一个蛮喜欢的技巧，虽然我已经讲过非常多次，大家应该可能也都知道，但还是再讲一次，就是如果说我这刚另一个情境是，我有一段程式码，但是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跑到，就是我没有办法对他下一个好的回控。有些时候会这样嘛，就是那个可能很多人都会跑到，但是某个时间点跑到的时候才想停。就是这有几个做法，一个是叫 conditional breakpoint， 可是 conditional breakpoint 其实非常之难操控。就是什么叫 conditional breakpoint？ 就是条件式的 breakpoint， 就是翻译废话。然后，那重点是它的写法是原样，就是你可以在这里按右键。然后这里会有一个 add conditional breakpoint， 然后你就可以在上面写一个条件，如果这个条件是 true， 它就会 break。可是在这里写条件其实有点蠢，就是这个一来是很难写，二来是那个条件是 true 的时候，因为我们习惯写 if 嘛，它那个这个 equation 有时候不是那么好写。那我通常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做法，如果我能改 code， 前提是我能改 code， 我会是写一个像是这样。比如说这样，这个输入是替代的意思，就是替代一个回旋的意思。然后我就写，就是我会写直接写 debug， 就 debug 在 JavaScript 里面是一个关键字，就是这是一个关键字。哎，有多少人现在之前是不知道这个关键字？大家都知道吗？好，看起来这个关键字是只要它一执行到，哎，哦，打错字。这关键字是只要它一执行到它，它就会停在那一行，就这么简单。因为执行到那个字就停在那一行，所以在某些特殊的情况，我自己是蛮喜欢用它的 debug。至少踢到它表示它有经过。比起为什么不用 breakpoint？ 有些情况，像是 ajax 过来的 code， 像是藏在 evaluate 或什么的那种里面的 code， 你是没有办法 breakpoint 到它，就是你根本物理上是不可能 breakpoint 到它。所以在那种情况底下，我觉得八个就很好用。对，好，5:06差不多了。还有没有什么特别问题要问的？对啊，以后还是有机会，还是很多机会常回来。哎，那个嘉伟，那个说一下，就是这一趟下午是下来度假，那车马费留着以后办活动吧。对，就这样。对，对啊，我们自己回南部来是不用客气这个。对啊，那大概是这样吧。大家还有什么特别问题想问的？没有。好，那今天讲了很多历史故事，希望还能够抓得到我背后想讲的东西。这一段历史哦，我有个很讨厌的点，就是你进来的人看不到背后历史的话，你会把每件事都当成一样重要，或者是扁平的。那你没有，因为那个东西太大了，那堆了七八年累积下来的东西，然后文化不断脉络演进，而且很多那个文化脉络你现在体验不到，像是你搞不清我为什么 JQuery 那么红，特别在现在环境真的很弄不懂，因为现在有你 document 点 query 之类的，哦，几乎说浏览器都慢慢支援的，然后 IE8 也不用管它了，然后那个以前 HS 之所以要用它来做，是因为以前那个 XHR/HTTP request。要包三层写出来 cache， 就是以微软的 IE 是你要先念一个 ActiveX， 然后里面是那个 HTTP request ActiveX。对，我记得我那边有扣出来看。所以以前的写法真的是很可怕，就是很可怕的那个。再来是我在 Web 上，的第一个那个。第一个自己写的 util 就是表单，然后这个就是
当时取得一个 NTP 以快只要走的路径，就是首先 它有 HTTP 以快车是 Firefox 或 Support 的，当时还没有空，这写这篇文章都还没有空。然后如果 catch 到了，就是啊，肯定就是 Microsoft 的。然后这时候就要先 new 一个 Active Object， 就是先找那个 MSSM2 的 Active Object， 这是比较新的。然后如果没有，大家要找其他的旧版的。我忘记哪一个新哪一个旧，就是很可怕。然后如果都没有，就是 LL， 就是当时光是写一个 HTTP 很快就要这么搞搞，很可怕。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己写过 native 的 Ajax 啊，就是我这一篇是什么时候？是2006年时，这个是 native， 就是真正最底层的 API 长这样，就是先拟出它 HTTP request， 先拟出来，然后如果你是 POST 的话，你要先把它组成一个 A 等于 B and B 等于 C 的那个 body， 那个封 body 的那个结构，它是有点像网址 get 的那个，然后你要自己做 scan， 然后你就 open 一个 POST 的 URL， 然后你要自己算 content length、content type。然后 unready 就要自己做，而且 unready 还会扣四次，不知道哪个白痴写过一个 ，unready 会扣四次，为什么？因为第一次是跟你讲我要送了，第二次跟我讲我已经送出去了，第三次他回来跟你说我收到了，第四次是好了我送完了，对，就所以你还要先判断说他当下是什么状态，然后把它处理完。所以我们现在写 address 点 post 给网址给资料，然后成功就直接丢回来给你。都没有这些中间有原因的，所以那个时候就之所以这块会红，是因为当时如果你不用它，你就要自己写一个这个东西，你要自己包一个，横竖你要自己包，然后引进来，跟你要用它，当然选择用它，因为就比较省事，而且它做的事情比较多。啊，这种东西因为历史脉络已经不见了，现在这些东西也不像以前那个样子，问题，而且又有更多更简单的东西，你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就看不到你那个时候。为什么要这个？而且那个时候用JQuery用太多啊，还是不好的。在2009那个时候有一阵子是会有一个声音是说，能够 native 写就不要用 Ajax， 就不要用，能够 native 写就不要用 JQuery， 因为 JQuery 太慢了。在 IE6 时代的确是，对啊，就是 IE6 的时候，因为它那个 style 就是它那个 slater 是模拟的，是自己模拟的，它那个速度的确不快。但是在后来在8以后，就是都有内建的 slater 的时候，就是 document 点 query slater 后嘛，有 QSA 之后，整件事情就不一样，所以这个脉络跟以前不一样，所以有些问题以前为了要解决问题，其实根本就消失了。对啊，像我再举另一个例子，那个 history 点 js，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知道，就是 push state 的那个包装，大家都懂是 push state 嘛，知道可以给我个反应。push state 我当然知道有几个时候知道，大家不知道吗 ？push state 是用来改网址，不换页的方式改网址，它就是为了改网址用。改网址，知道为什么要改网址吗？因为你画面换了，所以网址要跟着换。我举个例子，是。不好意思，我有时候讲话会有点太快，我现在有时候很难抓住大家到底平常是会什么跟不会什么。对，就是像这个例子来讲吧，我点了之后网址就变了嘛，有没有看到网址就变了？这是 push state 做的，就是它外面这一块都没变，变了之后又变这一块，就是我做卡片系统抽完，它只有这一块就只有这右边这一块就变了。那但是我右边这块变了，我总不能让它停在 DKFeedle.org 的首页吧，但我重新整理就回到首页啦，所以我必须要给他一个新的网址，我重新整理才会回到这个网址，通常都是用来做 grading 用的，通常，然后我画面变了，网址也变了，然后有 grading， 那这件事情在以前是要用 anchor， 就是要紧，以前通常都是这样，你现在可能偶尔还会看到，以前是用这种方式做。就要把它变 anchor， 然后我一进来就把它导回到那一页的首页。以前 Twitter 有一阵子用这个模式，还被人家大猪特殊，说是非常潮的模型。那后来他们自己不用，因为这种 redirect 的方式会让进来的速度变慢。
所以因为他要花一点时间去读，然后再转职会变慢，所以他们后来就全部改成用 native 网址。那这个就是你现在，其实现在根本就不太有不支援 push state 的浏览器，越来越没用。以前是啊，你不办一张不支援，所以你非得要用要 anchor 来做 callback， 但现在你根本就没有这个需要，你就直接用 push state， 也只有 IE8 会死。而且讲难听点，你直接 push state 不 work 的时候，你就直接 redirect 过去，也不会有人干掉你。所以你直接 redirect 到新的网址去，也不会有人跟你说，反正你就 IE8 就 redirect， 就乖乖的 redirect， 把 IE8 用水不会抱怨这个。然后 call 个 user 就直接帮你换网页，你懂我意思吗？这个东西是以前你被聊 OK， 因为以前那些 user 多，我现在就还好。那像这种东西，如果说你不理解这个脉络的话，其实很多别人以前建议的solution，在你身上的solution会是不 work。对啊，就是为什么要谈？为什么要特别下来讲这个历史课？其实这个题目我大概在两年前讲过一次，不过当时讲的是 jQuery 的演进史。对，那因为 jQuery 演进史，我从 jQuery 1.1、1.2、1.2.1， 然后追到 1.8， 到 1.8 以前，那个台湾 jQuery 的那个 release note 应该都是第一个翻译的。然后那时候就爬他的 code， 他的 code 每一行，那时候每一行我都看过，我还会去乱改他的东西。那有时候还是黑给他的，他以前是很多 bug。大概在1.5、1.6都还有抓到那些特别的 bug。那时候就是会讲 jQuery 它的版本演进啊，其实 jQuery 版本演进本身就很多故事。像它1.5跟1.6那个时候特别改版，把 promise 改进来，然后把 HS 系统整个大改，那个故事就很精彩。对，就是它为什么把 defer 跟 promise 拉进来，而且就是。大家进来之后还有人搞不懂，我到底可以干什么？但是你如果用现在的 Synchronous 的世界来看，就发现非常的有道理。但是那个时代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 Defer， 也不知道，也不多人知道什么是 Promise， 所以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就很好玩。对啊，好了，那今天就先闲聊到这，先谢谢大家，希望以后就来跟大家聊天。